好，再点又个来了，来欢迎收看咱的蓝巴夜夜秀，来欢迎收看，来由秀生来给咱安排这首 Honey， 来共同来给咱进行安排，来给咱按赞的好朋友5981133。来感谢我的黄姐，谢谢你。Honey， 你把爱放进我的心灵，关上耳朵，我用心在听。你用爱为我打造天生耳机。Oh Honey， 保持生命，你开始猜中我的心，播放我的心情。慢慢留颗心，往心里微笑哭泣，放心会有你，贴着心贴的好近，每分钟零距离，听一首歌听喊你甜言蜜语，歌中唱着唱着跳多表情，更新彼此最新的秘密，爱要随身听，随时感应，多希望你将和你甜言蜜语，在我心里爱你打卡写日记，甜蜜甜心充满惊喜，都不归你，让我往心灵用心品味你，和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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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感谢我的基隆林大姐，咱的台南，咱的黄姐，谢谢你。Honey， 你把爱放进我的心灵，关上耳朵，我用心在听。你用爱为我打造天生耳机。Oh Honey， 保持生命，你开始猜中我的心，播放我的心情。慢慢留颗心，往心里微笑哭泣，放心会有你，贴着心贴着靠近，每分钟零距离，点一首歌还喊你甜言蜜语，隔空传递加上逃脱表情，更新彼此最新的秘密，爱要随身听，随时感应，多喜欢你加和你甜言蜜语，在我心里爱你打卡写日记，甜蜜甜心充满惊喜，都不归你，让我往心灵用心品味你，和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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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感谢我的台中，我的公主大哥，我的玉姐，我的黄姐，还有个我的王祖辈嘞，还有我的亮姐，谢谢你。来给小人那个来给人阿伯准备好呗，来哦，邀请人大家准备个呗，来给人按赞哦，5981133。来感谢我的郭太太，谢谢你哦。我眼卡伊免讲真多，唔通当作我无爱过，爱只是一种轮廓，甘甜蜜的等待，计是啥过啥过啥过。现在的你甲阮做伙，过去的你有啥人来陪？天气这么寒，落自找，阮必须思考你爱过一个、两个、三个，爱来爱去拢是真的，一切不过是你的问题。爱着心肝像刀割，为感情乱乱洗，准备好未？未来去陪阮的泪，情亲像会过一段情，希望不是昨暝你想多。准备好未？是过去陪一段感情，一句情话，唔通讲一段感情，予人来当作是笑话。来感谢我的头口，我的吴小姐阿娘，我的点人姨妈，谢谢你哦。
讲这多，唔通当作我无爱过，爱只是一种轮回。甘甜蜜的代价是啥过啥过啥过，现在的你甲阮做过，过去的你有啥人来陪？天气这热，关落自吹，阮要去思考你爱过一个、两个、三个，爱来爱去拢是真的，一切不过是你的问题。爱着心肝像刀割，为感情乱乱洗，准备好要要来去陪阮的你。情亲像会过，一段情，希望不是昨暝在想这。准备好要时间去陪一段感情，一句情话，唔通辜一段感情，予人来当作是笑话。来，感谢我们的心愿姐，感谢我们的新朋友0909的好朋友，谢谢大家，予咱大家当大赚钱哦。来，祝大家连休快乐啊！准备好要来去陪阮的你，情亲像会过一段情，希望不是昨暝在想这。准备好要时间去陪一段感情，一句情话，唔通辜一段感情，予人来当作是笑话。准备好要来去陪阮的你，情亲像会过一段情，希望不是昨暝在想这。准备好要时间去陪一段感情，一句情话，唔通辜一段感情，予人来当作是笑话。来，谢谢，感谢咱的大家，咱家大哥大姐，谢谢你。来，谢谢，来欢迎收看咱的蓝爸爷爷秀。来，游玩游客来到呢，咱每一天的下暗的23点。到咱这一点，就是来给咱进行青菜节目。那阿东呢？吼，当讲呢，一开始吼，收到咱这些咱老朋友，啊，跟咱这大哥大姐，咱这咱这阿爸母啊，吼，热情的抱啊声，非常的感谢你。我拢想讲呢，连休假期有无吼？大家应该拢是去佚较济，有无？大家都去游玩比较多。我想讲呢，大家拢伫咧外口过暝，拢无人甲咱拍抱啊，无人甲咱收看。结果呢，电视机拍开。安尼啊，鸟的，我那同款的，遮侪咱的好朋友，安尼无惜着宝贵的时间，安尼电视给咱揪掉的，非常的感谢，谢谢你，予咱大家拢会当大赚钱。啊，当然的连休假期吼，来到呢今仔日初三呢，哦，那真紧的吼，非常的快，礼拜六开始就放假了，来到现在呢已经是4月3号了，会当讲呢后续阁剩两天的时间。哦，啊，当然的人讲咧，人若济吼，是非就济啦。我讲正经，毋是讲咧，甲大家拍一衰。哦，即会当讲咧，今仔日听一寡吼，咱的前辈咧讲啦吼。会当讲有一寡咱的前辈吼，就伫个咧，人讲咧拉尿，哦，拉尿就是咧，公判电台就是咧，歹毋是，毋是公判电台啦，广播电台吼，伊都有咧讲啊，你吼。会当讲咧，人济，是非就济。哦，会当讲吼，真济人吼，尤其是咧交通事故。真的真的啊，你吼最近有真侪吼，人讲咧拢20通火啊，啊结果咧开车出来，哦开车出来吼，啊有诶咧人讲咧发生不幸，啊上主要吼人讲咧即个连休假期就是咧惊拄着塞车啦，吼啊搁拄着车侪啦，啊有诶吼人讲咧哪突哪叹吼的哪心情的哪暴躁，有无？啊有当时啊吼，哪车吼的开甲足生气，哦啊就容易咧发生什么意外，啊搁加上。說最近的天氣太好太好了，這樣喔，但說呢，四季如春啊，四季如春，啊，天氣呢，真寒，欸，你如果說南部的話，喔，是很熱的啦，喔，真的非常的熱。哦，敢那参像呢，人讲呢热天同款，啊，这个时阵吼，人讲情绪就较暴躁，
吼，啊，佮加上咧塞车，迄毋是讲吼，当地诶人讲咧游览地区塞车咧，迄个包括吼国道一、国道三、国道五，逐条拢咧塞车啦，啊娘诶！我拢咧想讲吼，即、這个时阵咧，娘娘若出去啊咧吼，塞工吼，叫要昏去，迄真正吼。人讲心光火热，因为咱拢捌有迄落塞车的经验嘛。你也看我吼，大年初三，今年大年初三哦，迄是讲咧为着要还愿有无？吼、哦，讲借钱一定爱还的。吼、哦，走去到咧德山的指南宫，透早就出门，结果呢到厝的时阵吼、哦，十点啊，迄塞去到遐吼，迄明明就打吼、哦，差不多。点外钟的路途有无？他去到遐，你敢知影偌久啊？他去到遐吼，差不多三点外钟久。啊，即摆咧拜拜了后吼，钱搁少少的，安尼吼。迄毋是讲拜拜了，迄来行钱搁爱排队哦，排一堆哦。啊，即摆吼拜了吼，搁要少有无吼？嘛是搁吼，踏踏入去，好不容易摕到吼，迄两袋。迄叫做杯啦，迄两块杯有无吼？好不容易抢到一副的时阵的娘娘，你敢知影？结果抢到安尼，哎呦，无共大小啦，哈、啊，真正，这个时阵的娘娘吼，又搁那挤上里内底安尼吼，搁底下喝喝迄个杯的大小，你敢知影？啊，即摆喝迄个杯有无吼？拄啊好。啊，拄啊好好诶，迄、那个寸尺拄啊好。即摆开始跋杯，连咧跋杯都毋知要怎跋杯，人够济济啊！哦，啊，即摆人就讲啊，讲拜托拜托，帮着跋一下杯咧安尼。我讲哦，别讲恁若有灵性吼，你一杯互我就好，毋茫阁互我踮遮客安尼。即摆一杯按落去，一杯呢，真正安尼吼，结果借着六。爸，你敢知影吼？这个时阵的娘娘就足笑着，然后就行出来啊！啊，大家在咧问啊，啊借偌济？六百啦，因为上届会当借六百，你敢知影？啊，就足笑着啊！你看六百块啦，吼，真正跋一杯就有啊啦，吼，这毋是咱咧操蛋呢。结果咧问隔壁有无吼？哎，其实吼，若到遐的时阵吼，大家信徒拢会当安尼吼，大家拢敢那朋友同款。我讲啊，无你跋偌济？哎呀，我当啊跋着四百，吼，这个时阵的娘娘，咱听着又搁开。是笑到啦，吼、哦！咱得跋一杯就有借到六百，啊！你得跋几杯？哎呦，跋三杯，跋三道口四百块人啊借。你安那若去吼，去迄落指南宫吼，你若头一杯当借六百，上加借六百，啊！你若跋两杯有无吼？都头一包诶，跋诶，就是呢，头一道啦吼，你若跋了一杯，就会当借六百块，你敢知影？哦，啊，你若准讲吼，跋到第二道的时阵有啊，总共会当跋六道。你若跋到第二道较阴杯吼，你就会当借五百块，啊，以此类推，你敢知影？哦，啊，咱就是想讲吼，咧八公啊灵性，啊，咱听到咱的心声讲咧，哎呦，唔通阁互我咧人客人伫遮吼，则要等迄个杯有无吼，要甲牵落迄个时阵的娘娘，真人有够济，你敢知影？哦，啊，就八公啊有听到咱的回应，你敢知咱的心声吼？哦杯就有啦吼，即、這个时阵的娘娘吼，杯就紧藏落呀吼，紧装出去啊，走去借钱啊，借六百块啊，吼。来，啊，会当讲啦，伫遮啦吼，人讲咧，当然啦、啊，讨个吉利嘛，吼、哦，再呢，人讲咧，过年的时阵就是讨个吉利嘛，吼、哦，人讲咧借一下钱的吼，尤其是甲伯公啊借钱，讲摕转来咧做一下钱物的，哦，你敢知影迄外好个？你敢知心情吼，规天就好起来，吼、哦，啊，当然啦、啊，迄道的吼，人讲咧，迄个行程有无真正哇，塔价你敢知影？塔七点钟啦吼，转来到厝，你敢知影规个面拢乌去，本来想讲要去遐食一下土鸡啊，结果规个面拢乌油，人客人，包括迄土鸡啊啥嘛，人客人，想想讲哦，还是转来食泡面较赢啦。真个啊，都人客人，啊像即阵啊嘛安尼啊，哦，咱的连续假期就是安尼，拄着连续假期就安尼啦。哦啊，所以有当时啊吼，有当时咱只阿爸母啊，明仔载吼，搁两天的假期嘛。哦，两天的假期吼，咱只阿爸母啊，你若准讲要出去出游的话，真正，人讲假期爱怎好势，假期哦，吼、哦，我讲的假期就是安那茶啦，吼、哦，茶水爱怎好，吼、哦，啊，当然的衫都爱扎一下，吼、哦，啊，这个雨伞，听讲明仔载开始要落雨，敢有影？应该是无啦吼，应该是到四月初了较有落雨，暗个嘛是炸一下雨伞吼，人讲呢较安全啦，吼较安全。啊，佫再来就是安那，我常常咧提议的，
吼、哦，就是呢，肉珠啊，炸一片啊。迄毋是讲咱，迄毋是甲大家吼，咱只阿爸母啊，讲呢，说你穿什么肉珠啊？啊，其实穿肉珠啊，足方便。我讲正经的，你若在遐，他伫遐车震当中有无？啊，你也毋惊讲伫遐呢，一直浸肉，一直浸肉啊。哦，你若一直浸肉，有阵时呢，膀胱吼吊了伤久的呐，那讲着膀胱炎有无？啊，尿道发炎，吼、哦，安尼就较唔好啊，你。哦，安尼就较唔好，啊，所以吼、哦，咱只阿爸母啊，吼，我讲正经的，你肉珠啊，吼，买一包啊，我讲正经的，若要出去外口有无吼，人讲要出远门，足方便的啦，我讲正经的啦，迄毋是讲咧什么，人讲咧身体较无爽快，较咧下，啊，其实吼、哦，出门在外，吼、哦，定定无方便，你也无可能讲咧，哦，搭车的时阵咧，随时会当到一个休息站，无可能啊。哦，有当时为着要放一部尿，你敢知影偌艰苦，你敢知？哦，啊，搁去到休息站啊，你吼，你明明尿都咧紧呐，吼、哦，你嘛是爱搁排队呢，连放尿都爱排队，你敢知影？哦，啊，所以呢，尿珠啊，煮炸一袋啊，两袋啊，吼、哦，足方便的啦，真的很方便。你像我每一遍吼、哦、要出游吼、哦，我拢穿啥？穿免洗裤，啊，你茫甲阮笑，迄偌方便的，迄拢免扎内衫裤，你敢知？出去有无？吼、哦，免洗裤。人讲咧，就是咧，冬江穿冬江吊吊，迄个方便咧，哦，啊，所以咧开挂，吼、哦，小可开挂，咱就会当得到方便，吼、哦，我讲安尼讲对，哦，啊，伫只咧提供给咱大家做参考啦，吼、哦，啊，当然咧，哦，人讲咧，行车就是要安全。为什么？因为今仔日呢，已经听足济吼，发生咧即交通意外啦，啊，拢为着啥？为着塞紧啦。吼、哦，真诶啦吼，啊，所以吼、哦，大家较爱较小心诶，较小心诶吼、哦。好来，爱当讲咧，一开始啊，恁吼甲大家报告哦，手中若有168抵用金吼、哦，又搁冰柜柜啊哈，大家记得要开始使用。第三月份若有着，咱这168抵用金诶，要赶快做使用哦吼，无会过期吼、哦。来，啊，当然咧，要着咱这168抵用金吼、哦，咱诶新朋友的，咱诶老主顾都免讲啊，然后拢知影。啊，咱诶新朋友今天有新朋友上线。好、哦，咱的新朋友注意听哦，吼！会当讲咧，咱这个新闻的单元，跟这个健康的单元是无分老主顾甲新朋友，吼、哦，真的没有分。只要你若有咧收看阮台湾艺术台的节目，你就会当上线来甲咱做分享。好、哦、啊，讲好讲歹，讲对讲唔对拢不要紧，上主要是咧，大家起来开一下讲的。哦，大家开一下讲的安尼吼，有当时咧开讲嘛，对不对？大家得到呢，人讲咧心情很舒坦。哦，啊，当然你去只要呐起来分享的话吼，南平队啊呐，都会提一支笔，甲一个纸，甲你的大名写起来了后呢，咱来投入呢咱这摸彩箱内底。啊，投入摸彩箱内底创啥货？就是呢，要来找一个时间来给他摸彩。啊，只要呐，你要呐蒙到的，咱就当得到168抵用金。啊，做者咱阿爸母啊，可能咱新朋友讲咧，啊，咋只有168而已。但是要甲大家咱遮个哦新朋友报告，其实哦咱遮老主顾吼真侪拢真巧，你敢知道？因为咧，因若钓一张吼，因可能会阁捡起来哦，所以可以累积使用。你会当累积一张、两张、三张、四张、五张、六张、七八、九十张拢不要紧啊，都没有关系啊，你吼。啊，但是要甲大家报告，你累积个当中，你爱注意日期，因为日期呢，当会当保存一个月尔尔。吼、哦，啊，当然要哪抵扣。譬如讲，你有五张咱的抵用券，吼、哦，你会当咧一捆头甲扣啊完，吼、哦，一次把它抵扣完，吼、哦，啊，当然咧，当讲无限任何商品啦，吼、哦，只要呐穿的啦、用的啦、戴的啦、抹的啦，也就是讲咧咱的保健食品，吼、哦，还是讲咱的营养食品，你拢会当甲抵扣，吼、哦，都可以底下把它抵扣。那最主要是什么？逾期等同失效，就是呢过期了后呢，会当讲呢表示讲呢无效期啊，哦，这张卷已经无效期啊，就敢那参像啊那，会当讲咱去洗车同款，哦，咱若加满一个金额有无吼，加满一个金额之后，伊会一张洗车券给你啊，哦，啊，不过伊嘛有限啊，限讲呢伫个时间内你爱去洗车。
啊，无你若过期的话，你就无法度人家洗车，吼、哦，一样的意思。所以呢，逾期等同失效哦，吼、哦，直接来甲咱大家做一个报告，吼、哦，报告安尼吼。好的，爱当讲呢，若无用的吼，赶紧来甲咱做使用哦。有若有的人吼，有用的赶紧做使用。三月份，哦，三月份闹到168吼，赶快做使用哦，吼、哦。啊，昨下呢，我的电脑嘛就足巧的讲，哎呦，我算算的，我现在还袂过期的安尼吼，唔忙算上久哈，直接来甲咱做个报。忙算上过，不要让我等很久来。二来吼，啊，今仔日我哪有咧？哦，咱的贺康要甲咱做介绍啦吼。这当讲咧，专家大小拢会当来甲咱做使用。我为什么爱讲大大小小都可以做使用？这当讲咧，补充吼，恁平常时啊，咱这营养所不足的所在。哦，啊，这当讲真好的物件，而且呢，价，迄我头先有甲咱这个大哥讲呢，伊讲呢，啊，无足贵啊啦，我讲属实无足贵，真的，啊，为什么无足贵？因为呢，会当讲呢，有一半，吼、哦，有一半是阮公司来做吸收的。为什么？因为你若看即摆吼，咱这运费有无吼？人讲呢，海陆空即摆已经呢拢起价啊，吼、哦，运费哦拢起价啊。哦啊、所以会当讲咧，为着安尼吼，其实安尼吼，阮头家有咧讲啊，吼讲咧，哦，尽量卖好这个情形吼，去回到我们的消费者的身上，吼、哦、啊，所以咧，会当讲运费阮家己做吸收，但是后回哦，敢是有这个计数，真的不知道，因为咧，即卖运费拢常常咧起，今仔日有无油嘛，搁咧起呢，哦，当然油若起的话吼，当然咱这运费会起价啊。哦，因为因袂好啊，哦，因袂好嘛，啊，所以会当讲咧，哦，当然咧，阮无可能甲这个价钱吼、哦，再回到吼、哦、咱家消费者的身上，所以有一半吼、哦，一半的运费是阮家己做吸收，但是后一回敢是有这个计数，真的不知道，吼、哦、啊，这是真正好物件。哦，真正好物件，讲出来真正足恐怖诶！为什么很可怕？因为这个物件可以取代很多你们所吃的营养。营养素，我讲真经诶，哦，真的真的有13种诶氨基酸，都是咱身体必须要诶，哦，啊，搁再来就是36种诶微量元素，所以这个物件太好诶啦，哦，啊，所以阿爸阿母啊，价钱不是很贵，哦，真的要把它呢，带回去做使用。后来啊，大家爱帮阿伯吼，真的要把握吼，真的真的吼，下一回是不是有这种价钱，真的不知道，吼，我也不知道，吼，真的爱看呢，航空公司是不是要给我们的业务费？当然是不可能啦、啊，对不对？啊，会当讲呢，看阮当属长会当冻偌久，看会当冻偌久。后来啊，会当讲话直接来甲咱做报告，那总讲哦，要来找阮的公司每一个吼，咱这主持人的好朋友，也是讲咧询问讲咧，咱这商品要安怎做使用，也是讲咧要问讲咧，咱这出货到底是咧当时会到？那咱的客服专线吼，就是咧上下底迄支59800205980020的电话，会记哦吼，外管区的各朋友记得加06吼，这个是咱的行政电话，吼嘛是咧阮公司的代表号。哦啊、所以呢，咱所有咱的观众朋友，你若要找任何朱启林，都可以打这一支电话。啊，佮再来就是呢，要起来跟做互动的好朋友，线顶的电话吼、哦，就是咱的互动专线5986111，五九八六一一一的电话吼，06吼，爱记加。啊，佮再来乌乌迄块吼，乌乌迄块。哦，即阵啊有真侪咱阿爸阿母啊吼，会当讲回拨回来，就是讲呢，哦，我这个刚刚吼，阮只小朋友拢带我出门啊，所以吼，我拢有去捂迄块 QR code 吼啊，所以呢，你无论到底拢会当收看到呢，咱台湾艺术台的电视节目。吼、哦、啊，所以呢，迄块做好用哈、啊，你若有咧用手机啊的话啦吼、哦，你啊手机啊甲捂一下。对，当呢直接呢进入我们的网路节目。吼，直播哦，吼是直播的节目哦，吼，所以你就当快点南平啊个文通个一三哈。好的，那啊今晚吼，咱过来赶唱一个歌，唱一个歌了，咱特别来创啥？咱特别来新闻分享，来赶报新闻哈。啊平啊要来赶报新闻，啊伫个咱去个唱歌当中，要辛苦邀请所有咱阿爸母啊来给咱按一个赞。哦，咱按赞转刷个无共机啊，吼，5981133，5981133，我关起个好朋友，请记得加06。好的，来甲咱安排一首呢，比较较抒情的歌曲。
好，这个时间来听一下呢，较慢的歌呢，哈，尤其是佮有感情的歌，会当讲呢，予咱大家呢心情上可以得到很大的舒坦。好，来安排这首呢，甲你做伴来共同欣赏哦，谢谢。去咖喱最棒，来0659811133的电话哦，这是咱的按赞专线，谢谢各位大姐姐，各位大哥哥，谢谢您。明知呀，世事多变化，有情人注定爱拖磨，无论将来安怎，一路关心永远。予你穿，有风景咱着斗阵看，有风雪咱着做伙行。恋情敢若火车，着要盘山过岭，幸福地等有耐心的人，坚心要甲你作伴。天涯海角，我是你的人，爱着是三更暝半，有你疼惜我，通我讲苦我都不惊，我用心甲你作伴，人海茫茫，你是阮的伴，爱是提醒。相信你不免手抓我甜蜜的梦，因为你来作伴。来，感谢我们的基隆林大姐，谢谢你哦，谢谢。来，咱全国相亲时段，感谢你来给咱做评选，咱的台湾艺术电视台所制作的节目，感谢。有风景咱着斗阵看，有风山咱着做伙行。恋情敢若火车，着要盘山过岭，幸福地等有耐心的人，坚心要甲你作伴，天涯海角。爱着是三更暝半，有你疼惜我，疼我苦苦我都不惊。我用心甲你作伴，人海茫茫，你是阮的伴。爱是提生命相信，你不免手抓我甜蜜的梦，因为你。来作伴，来感谢我们的秀智姐，好久不见了，谢谢你。我们的秀云姐，谢谢。坚心要甲你作伴，天涯海角，我是你的人，爱着是三更暝半，有你疼惜我。让我讲苦我都不惊，我用心甲你作伴，人海茫茫，你是阮的伴，爱是提生命相信，你不免手抓我甜蜜的梦，因为你来作伴。来，感谢我的秀智姐，谢谢你。感谢我的万幸家吼，终于，安尼给等下又完了。来，我的黄姐，谢谢你哦，谢谢。来，我的王祖碧嘞。来，
谢谢，来非常感谢安尼吼，感谢感谢安尼吼，人讲谢谢你吼，咱多趁钱，啊，搁阮的玉露姐哦吼，玉露姐嘛感谢你。好来，啊时间行到这吼，准备要来给咱报新闻啦吼，来阿平啊要咱报新闻 ，Number One 新闻哈、啊，来首先伫这吼，跟咱大家来给咱报告一个安尼，会当讲呢，哦，连续，人讲呢清明连续假期吼，上界欢喜的就是啥物货，食润饼。哦，食润饼，啊，就唔过呢，会当讲呢，你若即阵啊吼，去到菜市啊咧买润饼有无吼？咱拢会伫遐等。啊，唔过有当时啊吼，有当时佫兼等无，你敢知？为虾米？因为有人已经呢提早来甲咱煮饭啊，有无？哦，啊，所以呢，即摆呢会当讲润饼哦吼，原来真歹，真歹煮啦吼。啊，即阵新闻吼，会当讲呢引人生气啦，人讲呢老老实实来甲咱做生意。哦，都无唔对啊！你看人，阮玉如姐吼，人因咧做迄吼料理啊，恁吼拢真材实料，你敢知影？真的是真材实料，所以会当咧做遮久的原因，不是没有原因啦，咱都是实实在在咧做的嘛吼。迄物件拢无咧在偷工减料，包括咧有一寡成本吼，拢家己做吸收。哦，啊，这就正讲老老实实吼，人讲咧做生意，啊，这就真正无老实啦。哦，这会当讲咧，这伫高雄市的咧，人讲咧乌来区，都吼人咧抱怨啦，吼讲咧开10,000块哦，要买80斤的润饼皮吼，啊，准备要摕去菜市啊卖，哦，要创啥？可能伊本身咧做咧，人讲咧润饼，就是咧润饼的迄落人讲咧的生意嘛。哦，所以唔可以买遮济呢，人讲呢润饼皮，你知无？啊，不过呢，伊摕到货的时阵哦，佮发现讲呢，哎呦，啊，这润饼皮吼，啊，求求做一伙啦，当然系啊，是要做馒头呢，吼、哦，敢那参像面团同款，啊，是要做面条呢，吼、哦，啊，个个做一团吼，啊，佮一粒都破去，你敢知影？这根本就无法度来讲呢，佮做润。来个搞论饼，你敢买啊？爱着指控讲嘞，对方嘞明明讲嘞东江现做的哦，讲这论饼皮吼是讲来讲东江现做，结果嘞是冷冻过、搁吹过诶论饼皮，吼啊来拐骗啊，咱才消费者啊才赚这个乌心钱。所以即阵啊，你若去买论饼皮，咱着爱注意哈。来，咱来看这段新闻，迄较会当安尼做。做生意安尼，这是要哪搞的？我在咧做面条呢，还是咧做馒头？来，给咱看一下来。你是咩贴啦？这手摸落都规个拢黏伫手啊！润饼皮一摸就破，民众撕到火大，整团还黏在一起，哦、像面团一样，让人食欲全消。所以来买人的啦，做生意没信用啦。民众抱怨花了10,000买80斤的润饼，不满店家明明说是当天现做，却有超过一半都是冷冻皮再蒸过拿出来卖。润饼皮变成面团，现在两大袋统统都要丢掉、哦，指控对方做生意不老实，欺骗。消费者的感觉这样会有点生气。你怎么吃啊？这么厚一片一片的。清明节民众购买润饼皮，却买到像面团一样的劣质品。其他业者就说，如果是当天现做的话，不可能会粘在一起。因为它没有推动完成，你要拿去蒸的时候，它蒸汽湿气在那边。它就凝成一块了、啊、不然就是烂掉，它、哦啊、本质也不够好才会这样子。它、哦、本质也不够就不对了。业者说，一般润饼皮保存期限大约2天，买回家不用冰。如果没有马上要吃，可以选择直接冰冷冻，哦、推动时间至少要7到8小时。只是冷冻后的润饼皮要如何加热、哦？真的要上锅加热。一般我们是建议说水滚蒸汽上，有没有过个场，看它软掉就马上离开了。不要让它吸收过多的水。饼皮要维持 Q 弹，秘诀就是不要吸收太多水分，以免整团糊掉。更别说享用美食的心情全没了。哦，咱的润饼吼，无法度人啊嘞，人讲超过2天啊，爸母啊，哦啊，当然你若吃不完嘞吼，茫放伫个，人讲下底层，咱该放伫个冷冻遐哈，啊，当然你若总讲要摕出来退冰，爱退呢7-8点钟，啊，所以呢，其实我拢感觉讲呢，现食现好啦，吼、哦，现食现鲜啦。你若搁冻了有无吼？你若真正讲退出来有无？像安尼吹吹，有无？有可能安尼高高做一伙嘛？
哦啊，所以呢，诶，人讲呢，现买就现食啦，吼，现买现食是上佳好诶。哦，啊，伫遮呢提供互咱大家呢来咱做参考，就是讲呢，你若咧买两饼皮诶时阵吼，爱注意一下，你有看到无吼？头前我吼，头家有诶两饼皮足水诶啊，哦，特地啊，你看安尼白苍苍又密密有无？看落就好食款啊，好食款。啊，你看像安尼有无吼？糊糊做一团啊，是要做要做馒头呢，是要做面条安尼吼？根本就无法度人家包啦吼。啊，所以我那同款哦，即我那有欺骗诶，人讲一种行为。啦吼，欺骗的行为，啊！你看咧，海记的头家吼，嘛无才调做生理啊呢，吼、哦！啊，所以咱讲咧，有当时啊，人讲真经啊吼，买物件真正爱看，吼、哦、爱看吼、哦。好来，啊来关心着咧，咱第二站新闻哈、啊，第二站新闻哦，这有够准的准啊，真正的啦吼、哦。这个咱讲我无讲啊吼，最近吼、哦、连休假期有无？人多吼、哦，人讲咧车祸就多啦。我讲正经的安尼吼，啊，即站安尼吼，真正真准，吼、哦、准甲袂当阁再准。即若以踢卡球来讲吼，叫做射门，你敢知影？真正叫做射门啦吼。啊，那讲呢，射门是要徛，要入去对一个门呢，粪扫车内底门啦。有啦，你要看安尼吼，标题就是呢，粪扫车咧回转有无？啊，即、這个吼，那讲呢，徛倒来即个吼。所以挡袂牢，安尼规个人怎啊栽入去车斗啊内底，粪扫车的车斗啊内底，哦，也是有够臭，阁有够痛。咱个知影讲哦，每一工咧倒粪扫有无吼？迄味真正无芳啦，咱讲真个无芳啦吼。啊，这个都有够准的准啦吼，较会准加安尼。啊，当然嘛要呼吁咱大家吼，就是呢，人讲呢，这个车吼一定爱骑较慢的啦。哦，骑较慢的啦，无你若慢不能，你也挡袂住。准做你有第三有无？你嘛是挡袂住，我来你讲。来，咱先来看这阵新闻，较好好啊，甲咱大家报告一下。这准做有第三，你就无在调通啊挡啦，你车速遮紧着。来看一下，倒车回转开进挤满车道，后方骑士闪避不及，连人带车硬生生撞上去，力道之大，整个人摔进车斗，痛得动弹不得。再从垃圾车尾来看，回转时骑士要刹车已经来不及，整台撞上车壳零件碎裂四散。人机车骑太快了。也是要注意前方的车况。人机车骑太快了啦，不是插进，我们是要转过来。当然那个算衰啊，那个。没愿意这样子啊！实际回事故现场来看，路口有放减速警示牌，而车祸就发生在30号早上9点多，仁武区水管路三段。当时这辆私人垃圾车回转没有礼让机车，导致骑士一头撞上，脚部开放性骨折。警方现场实施交通指挥疏导，并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9条一项五款，针对郭男自单举发，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款。双方没有酒驾，详细照音有待厘清。不过，垃圾车回转没注意来车，让骑士整个人栽进垃圾车，不止受了伤，还得好好清洗，满身污渍。有啦，啊哦，这我刚刚哦，这粪扫车哦，这开人讲这环保车哦，这司机我那算衰，你敢知影？咱平常时哦，咱老咧开车，咱就知影。有当时啊吼，你家己作小心的。哦，你作小心的哦，但是别人都要来甲你弄，你嘛无法度，你知无？哦，啊，当然这会当讲呢，当然啦，你若以呢，人讲呢，这个道路吼，道路的这个交通吼管理处罚的话啦吼，当然是呢，人讲呢，转弯车要礼让直线车啦，吼、哦，啊，当然吼、哦，你啊看吼、哦，这个囡仔吼，你骑车嘛无慢呢。我讲正经的啊，然后真正无慢，啊，伊是因为挡袂住，吼，啊，怎啊甲挤落，有无？吼，啊，其实吼，你若准讲咧车速，若较慢的话，有无？咱就袂去发生咧即件车祸啊嘛。吼，啊，你啊看吼，这粪扫车伊的动向就是安尼啊，伊无法度吼讲伫个内线有无？吼，内线安尼趴过来回转，你敢知影？因为这大只车啦。哦，伊无在调伫咧内线安尼拍，无像讲咱自家用诶啦吼。哦啊，所以伫咧外线吼，啊怎安尼大转弯，你敢知影？啊，敢知影大转弯了吼，即台拄啊来吼，即台啊拄啊来怎载入去？哦啊载入去拄拄啊好，啊好加载粪扫车无咧叮当咧，无啊加做肉包有无？哦，加做呢，人讲呢肉包，哦啊，所以有当时啊吼，准做你真正足注意，但是呢，别人要甲你弄，你嘛无法度。我讲真惊啊！所以呢，阮咧小朋友吼，特别是咧甲我笑，伊讲吼，哼，哎呀，若咧开车好，
我拢会当甲你录过啊，我甲你讲着唱，安尼你知无？为什么开车要开遐慢呢？茫常常咧笑我开车开足慢，我讲，你啊看参像安尼，人讲咧小心就是本。阮遐个小朋友有无？阮遐导播小朋友讲咧，哈，讲爱特不时呢，若做伙下班有无吼？伊车拢会当录过我的车，什么态度啊？真正。什么态度啊？这叫做安全，你敢那？尤其是三更半暝吼，要回去到厝的时阵，咱才会知影讲对一个车站有无？那拄啊无动的时阵，拄啊为咱的边道拄啊爱了，对唔对？吼，咱要开啊慢的，反正下暗拢无人啊，对唔对？咱要开偌慢就开偌慢。你若讲你死的时阵，咱搁会保持速度，为什么？因为咱惊人甲人扒，我惊后边的人甲我扒，一直甲我哔哔哔，哟。所以呢，你是啊，我咧开车会较紧一速速啦，但是我嘛足安全的。暗时啊，咱个开较慢的，真正，因为呢下暗拢无车，对唔对？后壁都无人甲咱扒，看袂咱扒，敢毋是？好，来，啊，即摆吼，会当讲咧第二站是安尼啦吼，所以呢，即阵嘛吼，大家呢，人讲咧人若坐吼，车若坐，都拢容易咧发生这意外。哦，啊！伫遮来甲咱做呼吁哦，吼，就是骑车、开车，拢爱足细腻的，速度尽量放慢落来，哈。好，啊，无像啊，像安尼臭毛毛有无？吼，拄啊准啊，真正吼射门，吼，好，来，啊，毋是射门的，拄啊是载落，好，来，啊，即摆吼来即站啦，吼，即站吼真正是吼，我那要甲咱做呼吁啊，吼，呼吁，就是呢，有咧做生意的啦，吼，不管有咧做生意啊，无咧做生意。哦，只要呢，你若看到导盲犬，吼、哦、导盲犬的话，吼、哦、就知影讲呢，哦，伊的主人就是咱的视障者，吼、哦，就是咱的视障者。啊，这件吼、哦、是一名的，人讲呢视障吼少年的女士，吼、哦，爱、啊、日前呢就是甲朋友吼、哦、去到宜兰佚佗，吼、哦，啊，咱呢准讲吼去到呢，人讲呢另外一个地区，咱拢找迄个较有名的店嘛，吼、哦，譬如讲呢，哦，宜兰有呢鸭酱最有名，对唔对？吼、哦，啊，咱就会去买鸭酱啊，吼、哦。啊，是讲呢，宜兰有啥物通啊食的吼，最有名，啊，咱就会去食，吼。啊，结果呢，伊就去呢，咱这宜兰吼一间最有名小笼包店，吼，啊，伊就去消费安尼吼。啊，但是呢，伊目睭算无看嘛，吼，所以伊爱带一只呢导盲犬入去呢店内，啊，毋过呢，去予店家哦，伊就呢讲呢，这宠物狗袂当入去店的理由，甲拒绝，吼，即个连线小姐，阮小姐无法懂。哦，你爱坐外口哦，我你袂使入来阮的店哦。啊，佮做呢，这个连小姐伊嘛呢，再一次佮伊强调讲呢，哦，这只狗啊，哦，这只导盲犬是工作犬哈，伊、啊、唔是宠物犬，哦，伊唔是咧哄安尼笑安尼笑，唔是哈，伊、啊、是工作犬。哦，啊，唔过店家呢，依然是请伊佮导盲犬呢伫外口吹风。哦，迄间原来盖寒滴个，啊，佮落雨。哦，啊，结果事后呢，业者原来咧解释，吼、哦，大家都，人都伊个朋友都看到袂煞哩啊！你敢知影？人就甲伊铺上网络啊。啊，事后吼，即业者较咧解释讲呢，因为呢店伤细，啊，人佫足侪吼，互伊坐伫咧外口较空旷。以后呢，伊袂佫安尼啊。但是呢，我有当时拢咧想讲呢。啊，你是无看到呢？人尊重吼，人讲呢，没有常常看电视，也要有点知识，好不？我讲正经诶，我为虾米安尼讲？因为吼，视障者本身吼，伊就是足无方便啊，吼，伊就足无方便啊。啊，而且呢，你讲呢，店伤细，人搁伤侪，敢真正容不下呢？人讲视障者搁一只狗汪，对唔对？这个讲袂过啊嘛。咱先来看这阵新闻啊，然后。来，人讲有当时要多多包容呐，真的哈、哦，真的要多多包容。来看这间店哦，哈。将调味好的肉馅包进皮内，再放进一旁蒸笼里，蒸熟后的小笼汤包皮薄馅多，这是宜兰在地相当知名的小笼包店、嗯。就算不是用餐时间，都高朋满座。但最近却惹出争议，嗯、一名视障朋友带着导盲犬想去尝鲜、哦，却被店家请到店外。我是从南部市上来，要来宜兰这边玩，里面的店员就跟我说，狗狗不能进去。嗯
宠物不能进去。我跟他说对不起，他是导盲犬，工作犬，他不是宠物犬。然后他就说，宠物就是不能进去，你来坐外面。连女士透露自己是与一群朋友一起来吃小笼包，但业者看到导盲犬，直接叫他去外面坐。只见照片中，他一个人孤零零跟着狗一起吹着风。好朋友不忍心，在脸书发文说东西好吃，但对视障朋友及导盲犬不友善，美食也会打折扣，而且第一时间告知老板这是导盲犬，不是宠物，还是不给入内坐。不少网友看到群起激愤，扬言要拒吃抵制。我以前没有碰过那个导盲犬，就很少看到。我翻白眼。我们店也不是很大间，因为窄的话，那你狗也没地方放。业者解释，因为店内用餐环境太小，墙上有贴拒绝宠物入内。由于自己没接待过带导盲犬的客人，加上当时一群人来吃，狗又很大只，担心影响其他客人。他坐旁边，也不要跟人家碰碰撞撞的啊。那个狗如果不小心被人家踩到，那狗可能会叫。我一直跟他强调，我说我眼睛看不到，他是导盲犬带我走路的，他不是宠物。他说不起，对不起，就是坐外面。而宜兰社会处得知也表示，视障者带导盲犬本来就合法进出公共场所和营业场所，如有店家不从规劝不改善，是可以开罚新台币10000以上50000以下的罚锾。罚锾，我为什么安尼讲？你敢知影？因为吼，迄、那个老板娘啦吼，既然讲吼，伊唔知影啥物叫做导盲犬，啊，遮都有一个被人吼，伊脚只偏吼写导盲犬三字，迄都是因标准的身份啦吼。啊，我常常咧讲安尼吼，其实你讲唔知影即只是导盲犬，实在讲袂过，你敢知影？你的目睭会比视障者遮的朋友佫较歹吗？对不对？三字大大字写伫个遮，你无看到吗？而且哦，要成为一只吼导盲犬吼，伊个性是非常的稳重，准则互落到伊嘛是袂吼，伊嘛袂来吠一声，这都是因的使命啦吼。搁再来哦，因爱受真侪训练吼，要身为一只导盲犬无遐简单哈。第一爱个性。第二爱听指令，第三因袂当随随便便离开主人，包括大小便，你敢知影？所以呢，会当讲因做导盲犬的有无吼，是爱搁猎屎猎尿，爱搁猎的哦。准则伊想要去放屎有无？想要去放尿吼，伊原来是爱看主人哦。伊袂使随便去放屎尿，你敢知影？所以吼、哦，有一挂导盲犬啊，退役了后，拢安那膀胱，拢会伤着膀胱。我讲正经诶，吼、哦、啊，所以因足辛苦诶。所以你老板娘讲，你毋捌接待过咱这导盲犬，吼、哦、啊！伊顶面伊讲诶，你毋知迄只是导盲犬，我讲正经啊，啊！伊顶面都有写三字是导盲犬啊，吼、哦、啊！莫非你毋捌字？哦，讲这真正很生气，为什么？人讲迄就是有迄鄙视的，吼、哦，迄种的成分在，吼、哦，啊，搁再来吼，真侪吼，咱这导盲犬是不能上车的，吼、哦，这嘛是讲袂过，你敢知影？吼、哦，不能上公车哦，有真侪吼，迄、哦、公车司机吼嘛做鄙视的，吼、哦，这种的人讲的视障者，吼、哦，我感觉呢都不行啦，吼、哦，啊，希望呢，人讲的店家会当照着这道的事件，无论是人也好，还是动物也好。吼、哦，拢爱来尊重啦，吼、哦，真的要尊重，因为伊就是咱的同胞嘛，对不对？啊，敢伊真正要家己目睭看无的，吼、哦，啊无，大家试看卖啊，目睭甲暗起来，吼、哦，看要哪生活，吼、哦，真的，视障者真的很不方便，吼、哦，啊，当然嘞，要做一只嘞导盲犬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吼、哦，啊，所以有当下吼，咱得爱体谅，爱尊重，吼、哦，毕竟嘞，伊嘛是拢咱的同胞啊，是不是这样子？吼、哦，啊，所以嘞，去用罚50000，我感觉 OK 啦。哎呀、啊，好，爱当讲咧，感谢这网友安尼吼，会当分享吼，一寡咧正义就是安尼，有无？有一寡咧店家有无吼？人讲咧，真正足鄙视的客人咧，有无？吼，足欺负迄弱势的，啊，叫人抛出来了，有无？怎关店？所以即卖吼，有当时吼，人讲做生意嘛，袂使上嚣摆劲，你敢知影？也不能说咯，太过于说是自大。哦，虽然你是名店啊，不过你这桩代志呐，抛出来了，有可能，哦，你生意你都袂做起啦，哦，真的安尼吼，啊，所以有时候真的要尊重啦，哦，尊重，哦，啊，不是讲咧做，做人客就是上端，哦，不是这样啦，吼，大家
彼此之间吼，人讲呢，哦，就是呢，人讲呢，互相尊重，吼、哦，互相尊重。后来，爱当讲吼，来三则新闻了，咱特别甲咱大家来甲咱做一下互动哈。啊，只要拿起来互动的哦，咱特别来甲咱充呢168抵用金哈、哦。啊，开奖的时阵，若有得奖吼，需要回拨回来。啊，若无得奖的，每一个月初五二十要甲咱抽大奖，今仔四月初三哦，过呢隔两日啦，咱特别来抽大奖啊，阿爸母啊吼。卡手卡妹嘞，吼，卡手卡妹嘞哈！你只要上线哦，越多次，哦，上线越多次，我们的中奖的机会就越大哦。啊，当然嘞，初五特别来甲咱抽大奖，啊，即卖当甲咱敲电话哈，598611的电话哦。那啊，今仔题目是啥物货？对一种方式，人讲嘞，蛤嘛袂使讲蛤吼，蛤嘛，吐沙上盖紧，第一。就是呢，这盐佮加50度的温水，哦啊。第二就是呢，这油沙拉油佮加水。第三就是呢，当然嘞，诶，人讲这盐佮加水。第四菜刀加水，来吼、哦，菜刀加水，我是第一道吼，迄、哦那个看到的吼、哦。后来我呢，订了五嘛来吼，订了五嘛来。你感觉对一个方式是上解紧的盐。盐哦、喔，哎，盐加水哦、喔，哎，盐加水就好，都盐加水就好啊，唔好，这个上解紧的啊，唔好。哎呦，有要搁考虑一下无？变啦、啊，变咯、喔，哎，这尼啊坚定哦、喔，就为着要看你唔敢困呢？当然嘛，袂使困，哟、喔，干要烧天的呢？哟，你茫像阿万信遐讲话，安可姐讲要讲要去倒啊，安尼吼，茫安尼哦，交代爱砸嘞哈。爱吐诶、哦，吐诶，啊、哦，二来谢谢，来维尼二来，嘿，嘿，我的林大姐，嘿，嘿来，对吧？哦，我这站拢无看，拢无看吼、哦，为什么？暗时啊，拢出早困，啊，佮甲阮孙仔困。哦，孙仔回来吼、哦，啊，今仔无伫个，啊，无伫个，拄拄啊好，吼、哦，阿妈的自由时间，啊，足好诶，足好诶，安尼吼。伊迄顶几工足爱困诶。安尼吼，加困。啊，无要紧，无要紧，我们休息一下也没关系哦，吼、哦。好啦，啊，你若刚刚吼，这四种对一种上紧，吐沙上紧。对。嘿，吐沙是对一种上紧。盐。盐加水尔嘛，吼。对啊。好好，来，安尼甲你写起来哦，吼。谢谢。好，谢谢，安尼吼，好来。喂，你好，来。哎，美女好。啊，你好，我玉如姐啦，吼。啊。来，连续假期快乐哦，哈。哎呦，好。来来。大家快乐。好。我都是用盐巴水啦。盐巴水吼。吓吓。就是这个嘛，吼。八种也唔捌用过。嗯，八种也唔敢用过，吼。好好好，安尼甲你写。来甲试看卖。甲试看卖呀，好。有人讲创菜刀啦，创菜刀。我嘛第一道听到的，你敢知影？好，来，给你写起来哦，吼。谢谢。好，谢谢，谢谢。来，维尼二来。是哦，唔免这个了用盐啦，水也该放浸的就好啊啦。加浸的就好啊、哦。嘿嘿嘿，我捌问迄落人咧卖迄落迄种吐沙虾啊。嘿嘿嘿嘿嘿。我囝最爱食蛤嘛。嘿嘿嘿。我去拢要甲我吐了，啊，不过我转来，我爱落水该浸浸呀，爱。浸二十分就好啊！哦，浸二十分就好啊！吼、欸，对啊，哦、啊，所以嘛，一般一般我咧用哦，拢用水尔，拢用水尔哦。嘿，我伊我去买拢甲吐沙吐了啊！哦，是安尼哦，吼吼吼，嘿，好，安尼甲你用水就好啊，用水就好啊，吼，好好 ，OK， 甲你写起来哦，吼，好好好，维尼二奶，我的新朋友吗？哈、啊，我是那个范小姐的张太太。哦，张太太哦，啊，张太太，嘿，我是认为是那个食用油啦，加点水这样子。哦，你是说二嘛，吼？哎，就是食用油哈，我们的张太太啦，吼。哎，不好意思，那两天我刚好扫墓啊。哦哦，没关系，没关系。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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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好好，啊，给你写起来哦，哈。好，感谢我们的张太太，谢谢，来感恩你哦，哈，谢谢你。喂，你好，来，我的啊，有问王子斌的，来，王子斌。喂。哟，王子斌，你感觉是对一个？对一个，我是感觉你啦。啊。泡蜜桃茶、蜜桃水加泡蛤蟆啦。啊，才无迄个蜜啦，人才四个方法尔啦。完了恁。有啦，蜜是正常的啦，对。啊，无迄啦。嘿。盐啦。盐呢？
哦，盐加水尔，恁。哦，安尼倒。好好好好，啊，等下注意看哦，吼，等下注意看答案哦，吼。喂，啊人呢？喂，你好，来王姐。哦，南平啊！你好，来黄姐哦。啊，我是拢用盐啊，拉一个啊，甲水甲透的咧。哦，原来是盐甲水尔尔啦吼。对对对对。哦，原来盐甲水啦吼，啊，所以是第三就对啦吼。嗯，对对。哦好 ，OK， 没有问题，好，给你写起来哦吼，大家拢。拜拜。拜拜，谢谢吼，大家开始用啊搞咧。喂，小云姐。哎、欸，南平呢？哟。那生意嘛，较好个呢。无影啦，吼，爱恁支持啦，吼。我跟你讲吼，吼，我较早拢用过盐巴水，啊，咱去买伊拢甲咱用好啊嘛，对哇？嘿，对哇。佫用较清气个，对哇？对对对对对。盐巴水，但是我捌一摆吼，嘿，用盐巴水加那个30度左右，无到50度啦。哦，30度的温水吗？嘿，啊，咱温水个恁滚水本来就会食哩啊。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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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嘿。啊，所以是盐巴加50度的温水咯，大概50，我拢差不多30度啦。哦，30度吼。啊，较烧啊，我是加温水，啊，迄本水本来就会食哩，啊，所以滚就吐出来啊。哦哦哦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哦啊，所以呢，你选择的就是呢第一个啦吼。嘿，我选择第盐巴加温水。好哦，谢谢，好，谢谢你哦，吼，安尼甲你写起来啊，您哦，来哦，咱家好朋友吼，新朋友老主顾拢会当考吼，来最后的30秒吼，就要甲咱公布答案啦哦吼，其实吼，真侪咱阿爸母啊吼，恁足厉害诶，哦，会当讲咧恁真好煮食啊吼，啊，不过呢，人讲咧，佫有佫较紧诶方式。吼、哦，咱阁有阁较紧的方式，吼、哦，会当来甲咱进行，吼、哦，会当互咱这個、哦，咱这诶、個，这蛤蟆，吼、哦，会当讲咧吐较侪沙咧，所以有一四种方式啦，吼、哦，四种方式，到目前为止，敢那也无人要菜刀，你敢知影？诶、欸，敢那无安尼吼。好，来，咱来公布答案咯、哦，吼、哦，其实哦，啊，咱胖哥哥来啊，吼、哦，喂，嘿嘿嘿。哎，我的胖哥哥，你安尼才换着，看来太多了，太多了，太多哦，难哦，你拄啊，你拣菜多尔啦，哟，啊，你会晓煮正袂啦？哎，拢来煮袂了。啊安尼，啊，所以你拢用菜刀加水就对。哈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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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安尼甲你写起来哈。啊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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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哈，大家来看咱的正确答案哈。二位俊哥哥，哎呦，恁这两个男士先生怎么这样呢？都给他搞得最后用油，食用油，嗯，食用油加水哦、喔，嗯，好哦、喔。哎、欸，俊哥哥，恁家最近做摊吼？哎、嗯，做摊吼？哎、嗯，啊，你有伫遐什么的人群遐无？我无出去。哦，你唔敢出去对唔对？啊，恁家人够多，讲要去遐买蜜饯，恁人够多。嘿呀、啊，好，甲你写起来哈、啊。好，谢谢安尼，好，好来，咱要来公布答案，来，甲看一下来吼，到底对一种方法呢？咱的蛤蜊咧吐沙上解紧，来看一下哈、啊，来。大火快炒新鲜蛤蜊，被美国之就怕沙沙影响口感，料理前一定会花时间好好吐沙。等等，但要蛤蜊吐沙，怎么会丢菜刀？难道蛤蜊被吓到就会乖乖吐沙吗？可是品没有哎，放盐巴铁的没有试过。大多数民众没听过，因为泡盐水最常见。其实放菜刀是坊间流传妙招之一，还有多种小配包，效果怎么样？带您实测。蛤蜊四个盆子备妥，依序加入盐巴跟50度温水，还有盐巴水以及食用油，最后是铁制品菜刀，看看哪个吐沙最快。最有效，来十分钟啊！其实才过10分钟，50度温水这盆的蛤蜊外壳已经稍稍打开，肉最快跑出来，开始吐沙。静放1小时后，把蛤蜊通通捞起来，可以看到50度温水效果最好，吐的沙最多。盐水跟食用油效果差不多，铁制品吐最慢。为什么用油跟铁的东西？它是因为它是隔离这个空气，只有没有氧气，它就赶快张它嘴巴，所以这个沙就会吐出来。原来因为铁制品会氧化，所以会跟蛤蜊争氧气才会吐沙。专家也提醒，虽然放铁制品埋头，但蛤蜊种类多，还是以盐水效果最好，多半都能吐得干干净净。哦，安尼咱就知影吼，就是呢盐巴加50度的温水，然后一起上紧嘞。
吼、哦、啊，第二种方式甲第三种，啊，第二种方式就是盐巴水甲食用水啦，吼、哦，食用油加水，哦，这是呢，按呢这個菜刀吼上万的啦，吼、哦，啊，我头一道听到这个菜刀加水呢，就吼，就啊，所以阿爸阿母啊，提供予咱大家做参考啦，吼、哦，啊嘛感谢吼咱的好朋友吼、哦、来给咱上线，哇、哦，阿、啊、我小云姐看啊搞啦，吼、哦，用30度的温水啊，然后伊就讲呢用这温水啊呢，好啦，啊提供予咱。大家做参考哦，吼，就是是盐巴加50度的温水，吼，这是上紧的。啊，这是呢小吃达人有无专门咧讲吼，哦，人讲咧做小吃的一种咧，人讲咧宝华女士。哦，宝华老师啊，您吼，伊甲咱做提供，伊咧煮食嘛做厉害，哎呦，真济吼，人讲即个撇步，哦，啊，提供予咱大家做参考哦，吼，就是你后摆若要呢，人讲呢要予即个吼，即个蛤蟆。哦，蛤蟆嘞吐沙，就是用嘞盐巴加50度的温水是最快的，啊嘛吐了上该清气的。哦，啊，搁再来就是安那，你若买回来吼，人讲这個蛤蜊哦，尽量哦吼，千千万万就是不要放在冷冻，袂使放伫冷冻，爱放伫冷藏哈、啊。你若放伫冷冻也死去。所以就袂吐沙，既然死去的物件，佮吐沙袂哦啊，所以呢，爱放伫冷藏哈，爱放伫冷藏。你若准讲呢去菜市啊买咱这蛤蜊，无马上煮的话啦吼、哦，你就是放伫呢上咱这冷藏吼，会底层吼，安尼就可以啊，吼、哦，安尼就可以啊吼、哦。好来，啊提供予咱大家做参考哈。好来，啊咱的新闻吼、哦、到遮呢，哦，今摆要来甲咱介绍好物件嘞吼，下当讲嘞今仔日吼，即个好物件嘛，邀请吼、哦，咱只阿爸阿母啊，大哥大姐恁来帮阿，哦，这是呢咱的规身躯拢需要的，吼、哦，营养素，吼、哦，我是说真的啊，恁吼补充嘞恁所需要的营养素，以及我嘛补充嘞恁无够的。哦，身上不足的营养素，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呢，这个物件啊，好滴个对，好滴个呢，有13种的氨基酸，拢是呢咱人体必须要的。哦，而且呢，佮有的呢是咱人体无法度人家制造的哦。好、哦，啊，佮再来就是呢36种的微量元素。哦，所以这个物件足神奇的。哦，啊，当然呢，这唔是呢咱台湾制造的，哦，唔是咱台湾制造的，吼、哦，会当讲呢空运来带的。哦，爱当讲嘞，运费我家己吸收。哦，后回感受这介绍，真的是不知道。哦啊，我看嘞，阮头家冻偌久。哦，那伊若冻愈久吼，咱拢愈嘞优惠嘛，吼、哦，咱愈嘞赚着。啊，但是嘞，到有一天嘞，伊真正若冻袂掉的时阵，当然吼嘛爱甲咱大家来甲咱做，人讲嘞起价。啊，当然趁即阵啊吼，啊未起价之前，咱就赶紧来甲抢哈，赶紧来甲抢。后来啊，即摆要来甲咱进广告吼，要来甲咱品嘞支持鼓励，吼、哦，还是讲要来甲咱做咱嘞后载，吼、哦，请嘞咱遮个阿爸阿母啊，吼、哦，会当敲一通嘞，人讲嘞免付费的电话，0800-060-750的电话来甲咱做订购，感谢，谢谢。
藻的营养价值很高，如果把黑藻果实烘干，它的营养还存在吗？你可能认为烘干的黑藻果实营养也被蒸发了，事实恰恰相反，烘干的黑藻果实其实保留了完整的营养素。早在数十年前，日本三级机构研究人员便已经发现黑藻含有极高对人体有益的营养素，进而对黑藻进行许多深入的研究。在蔬果中，黑藻的抗氧化物质就达5770个抗氧单位，远远超越了葡萄、菠菜等蔬果，能有效延缓人体老化，改善肤质，保护细胞，清除自由基，预防癌症等。纯浓缩黑藻精华，万里挑一，被日本宇航机构下特选为太空食品，是太空人也服用来保持魄力和专注力的保健食品。来，咱全国乡亲时段，啊，搁来咱的阿爸阿母啊，大哥大姐哈，大家好。今仔日咱头先来看这个影片，咱就知影讲嘞，哇，这个芋子安尼吼，对着咱身体非常的好。所以呢，较早有一句话咧讲安尼吼，一日四黑枣，医生不来找。哦，啊，当然你若伫咧西医来讲吼，这叫做呢天然的综合维他命。哦，啊，伫咧中药内底呢叫做芋神丹。哦，啊，伫咧呢甚至呢伫咧呢《黄帝内经》内底呢嘛有来甲咱记载呢，枣有迄种啥物货，益气养肝，啊，佮补血养颜，啊，佮会当补心降这个血压，吼，佮会当安神壮阳，所以会当呢治虚劳损之功效。哦，啊，当然呢，即卖呢，西医来甲咱做研究啦，吼，伊内底有丰富的啥物矿物质，啊，这个矿物质要创啥，调节咱的血压，果胶嘞，降胆固醇，哦，啊，内当讲呢，佮再来就是呐，有丰富咱这结石啦，哦，啊，内底有丰富的，人讲呢，膳食纤维啦，吼，啊，佮有呢，三磷醇呐，绿原酸呐，啊，这物件要创啥，就是要咱的解便秘。哦，所以呢，一款呢，咱的阿爸阿母啊，吼，若讲呢，肠胃蠕动较慢的这，哦，咱这就是芋子呢，你尽量甲食，伊会当呢帮助你排便。哦，啊，佮再来就是我有讲过啊，内底有呢36种的微量元素，内底有钙，钙就会当呐，哦，咱有防着呢，若讲呢骨质疏松。哦，啊，佮有维他命，维他命要创啥？会当予咱提高这個免疫力嘛。哦，啊，这个、免疫力呐提高的话，当然啦，会当予咱的免受，人讲呢，人咧对流行，哦，人爱 A 流啦、B 流啦，咱拢对袂着，哦，甚至于呢，新冠状肺炎，咱嘛对袂着。搁再来就是铁质，咱若听着铁质就是啥，养颜补血啦，哦，啊，所以会当讲呢，这个芋子吼，会当讲是中西医拢来讲讲的咩？哦，啊，所以呢，伊会当讲呢，第二呢，人讲呢，这个、西医内底就是呢天然的。综合维他命，伊营养素非常的高，哦啊、所以呢，人讲呢，全部吼，就是这芋子吼，就是这高加索品质上好。啊，这个高加索吼品质上好，以及我吼，这个、法国吼怎样在喝蜜？啊，咱那就听到法国就是怎嘛，就是吼，就是精品王国嘛。哦，恁常常咧讲的爱马仕，就是法国制造的。哦，啊个 LV。嘛是，咱的法国制造的哦，顶顶啊，佮有香水呢，化妆品都是法国来甲做制造的哦。啊，所以呢，法国就甲这个呢，人叫芋子哦，啊来甲抽精，来甲浓缩。啊，所以呢，当讲呢，甲做成啥物货，人讲呢，黑藻补精呐、啊。所以咱这种商品呢，真正是呢，无简单。哦，这是呢，法国原厂进口的哦。佮再来，伊是用着呢精粹的技术。哦，什么叫做精粹的技术？就是呢，完完整整，就是要把呢保有什么款芋子的营养，拢甲锁伫个内底，佮经过呢三杯浓缩。所以呢，咱只会当讲呢，一斤的芋子，单会做，单会当做呢一条浓缩的，人讲呢黑藻补精。啊，当然你茫看这吼小小的一条吼，咱这黑藻补精哦，咱这小小的一条黑藻补精呢，胜过恁食呢30粒的。人讲呢，恁食侪咱阿爸阿母啊吼，恁有咧食这有无吼？会当讲呢，咱这米群胜过恁食30粒的。人讲呢，这米群，搁再来哦，你茫看呢哦，一条吼，恁这芋子补精哦，胜过吼恁常常咧食这有无？哦，20粒的综合维他命。哦，啊，当然啦、啊，咱拢知影讲咧，你若准讲化学合成的有无？咱的吸收率达10%至20%，
哦，啊，你若准讲天然的是完完全全，互咱身体来甲咱做吸收。所以呢，有这个天然的，人讲这综合维他命，咱干嘛搁去食这个化学的合成的？而且呢，专属的好朋友上欠缺的就是啥？营养素。啊，这专属的，咱这个好朋友会当使用哈。全素的好朋友可以做使用。啊，不是讲的男品的讲，哦，啊，这个物件呢，这么神奇。这样啊好，其实呢，有真侪阿爸阿母啊，因食落了后，因拢学落这个物件，真正赞嘞。来，咱来看嘞，咱家所有咱家阿爸阿母啊，咱所使用了后，因的学落，因的做见证，因的心得分享，来，谢谢。金燕姐你好，爱食这农作的，无精较好啦。啊那好，这比你食学做佫较好啦。啊，这种做的啊，爱啉这较好啦，身体佫会用啊。锦凤姐，是法国进口的三倍浓缩啊，伊这吼、哦、果胶吼、哦、会降那个胆固醇，哎，爱养颜美容，防结石啦。请到这来，请讲。食的做好个啦。啊，你感觉安那？感觉安尼精神嘛较好呢。瑞兰姐你好，大刚晚差不多有食一两条安尼。感觉安怎？好食，浓缩的很好，补铁补钙。我的惠儿姐，这我有买嘞，还袂歹食嘞，这几只袂。那有吃这个不用吃米线，我嘛要吃这天然的，我好唔好吃啦？梅雪姐你好，吃这降胆固醇，调节血压，帮助咱迄个肝。秀曼姐，我做真较好啊，用过30粒的米线，20粒动物维他命啊，一条就真的黄山的精华，对，吃的较好啊，免吃到几斤啊。哇，你看嘞，咱这阿爸阿母吼，大家吃了到嘞，学了解得志啦。啊，所以吼，阿爸阿母啊，恁真正吼，恁今仔日老买着，恁真正赚着。我为什么安尼讲？因为你敢知影，即马一斤的乌枣是偌济钱？至少要300几块滴个啦。哦，啊，所以吼，直接咱阿爸阿母今仔就是要隆重来甲咱介绍正港咱的法国原厂进口的哈，咱的黑枣补精，佮经过呢咱30杯浓，咱的3杯浓缩。啊，所以阿爸阿母啊吼，今仔要甲咱介绍就是即颗啊。哦，即颗啊，哦，你看非常的精致，哦，在法国会当讲完全来甲咱进口，佮经过3杯浓缩，哦，所以呢，会当讲呢，每一条拢是一斤咱这乌枣哈，会当讲一颗啊，咱公司价就是呢1580-1580块，会当讲呢，今仔日就是要互咱大家来甲咱做一个优惠啦，吼、哦，来会当讲做者咱阿爸阿母啊，讲呢，一口啊，我哪有可能有够？今仔日来甲咱做2颗啊，吼、哦，会当讲一颗啊，就是呢1580，对不对？啊，2颗啊，至少嘛，就安尼3160块呢。今仔日唔免哈，只要来甲咱卡上线，咱只个会员朋友，只要打上线的哦，0800-060-750的电话，咱就是回馈2盒。1880块钱，来坐坐咱阿爸阿母啊，你好，你电话卡起来，本台3000几块哦，今仔回馈价就是1880块钱，会当讲咧进口的运费吼，即马拢咧起价当中，所以呢，会当讲咧咱大家完完全全来甲咱做吸收。上主要是安那，要回馈予咱家乡亲士大。啊，当然今仔日呐，总共卡就算2颗也是1880，对不对？1880块。今仔日呐，总共卡就算的各朋友哦，赶紧的哦，电话紧卡0800-060-750的电话，只要卡就算的各朋友，咱搁要来给咱送2颗啊，予人哈，予恁呐，来买二再送二，来坐坐咱家的各朋友，赶快是1880块钱就好了，所以阿爸阿母啊，你吼要爱恁赶紧抢，会当讲吼咱只好朋友，咱的黑枣补精吼，咱的黑枣补精，法国原厂进口的哦吼，法国原厂进口，啊恁所摕到的吼，这一盒啊内底就是有10条。哦，这里来对的都是10条哈，阿爸阿母啊吼，有没有看到10条？你每一天就是呢一条至两条，安尼来甲咱做使用，哦，一条至两条来甲咱做使用。喂，你好，来，我的慧如姐。喂，嘿，慧如姐，欸，你要一组吼？我要乌枣啦。乌枣吼，啊，你电话卖挂哈，你电话卖挂吼。来帮我接一下期限，来赶紧的吼，坐坐咱阿爸阿母啊，这是法国原厂进口的哈，各位当讲的超管的3杯浓缩，
100%纯原汁的，无添加任何人工的香料。啊，这会当讲咧，伫个法国咧三杯拢熟哦。会当讲咧，得到高级的补品哈。会当弥补到啥物货？咱现代人哦所失去的人讲咧营养。所以呢，会当讲咧适合到呢全家大小来甲咱做使用。哦，你若准讲咧囡仔。吼、哦，也是讲咧，咱三前三后的妇女朋友，原来会当来甲咱做使用哈。喂，你好，来，我的林大姐。嘿，嘿，要一组吼。嘿，好，啊，甲你写起来哦吼，啊，你等下电话卖挂，来，请帮我接十二线，来，姐姐，咱阿爸阿母啊，这会当讲咧，三前三后的妇女朋友来吃，佫更加好。佮一般吼、哦，咱老的上班族的有无？咱这成年人，人讲咧三顿有无？无定时的，你原来赶快互伊食这个乌做补精哈。尤其是呢，咱的是大人，是大人佫更加佫较好。为什么？因为呢，咱是大人吼、哦，这肠胃蠕动较慢，吼、哦、啊，所以呢，排便较袂顺，吼、哦，所以呢，咱只阿爸阿母啊，会当讲顾咱家己的身体，咱的乌做补精来家做使用，佮病后来甲咱做保养，原来真好。啊，食素的嘛愈好，所以真侪咱阿爸阿母啊，会当讲咧，你即组若甲买到，全家拢会当来甲咱做使用。啊，当然嘛要甲大家报告哈，恁买到真正赚到。我为虾米安尼讲？因为呢，会当讲咧一斤哦，一斤的乌做，较会当做一条咱的黑藻补精哈。黑藻补精，即安尼吼，等于是呢，你食一斤的乌做。啊，当然阿爸阿母啊讲咧，啊这边哪只来会当讲咧，注意看哦，咱咧讲讲咧每一支。吼、哦，咱的黑藻补精，遮拢有一个缺口哈、啊，你唔免用加刀，唔免用加刀，遮有一个缺口，你甲压落去就好，吼、哦，你甲压落去，吼、哦，你甲压落就好哦，吼、哦，你就会听到安尼，憋一下，吼、哦，憋一下，安尼甲转一下有无？吼、哦，安尼转一下就好啊，吼、哦，安尼轻轻松松来甲你做保养，嗯，好食。真正赞的啦，阿爸阿母啊，真正有够赞。有迄大哥讲哦，买着白种的是有够酸，有够涩。啊，当然嘛，要甲大家报告，你若准讲吼，人讲咧，真咧酸酸甜甜啊，啊，毋过袂足酸，嘛袂涩，吼，啊，当然甜甜啊。啊，所以你若准讲带血糖的好朋友可以吃哈、啊，你的血糖如果。比较高的好朋友可以吃哦，可以吃哦，你唔免惊哦。啊，当然你若知影讲咧，即卖一斤的乌枣是偌济钱呀？你去中药房问看卖啊，至少呢一斤哦，至少偌济300几块啊。喂，你好，来，我的惠美姐。欸、我要一组，一组吼、哦，买到你真正赚到哈，买两块啊，得送两块啊哦吼，啊你电话卖挂吼，你电话卖挂，回来，咱的素蓉姐，嘿、欸，你要一组吼，啊你电话卖挂吼，你电话不要挂吼，来帮我接一下十二线甲七线，来坐坐咱阿爸母啊，你要爱的赶紧抢，即马就是呢，买两块啊，得送两块啊。1880块，会当讲咧，每一克啊内底拢10条哈，10条，啊会当讲咧，咱全家伙啊拢会当来甲咱做使用，啊当然要甲大家报告，会当讲咧，咱这一条的黑藻补精胜过咧，姐姐咱阿爸母啊，恁有咧食米群对唔对？有无？会当讲咧胜过咧，恁食咧30粒的米群呐、啊，啊恁拢有咧食咧，人讲咧这个综合维他命有无？这个。切切切，这有无？吼、哦，这会当讲咧，你若食一条的话，胜过恁食20粒的这啦。吼、哦，啊，所以阿爸阿母啊，咱为什么来要食米群？我们为什么要吃综合维他命？就是咧补充营养的嘛。吼、哦，啊，你拢你敢知影吼？这拢是咧人讲咧，哦，人工合成的。吼、哦，会当讲咧，你食了后咧，吼、哦，这医生嘛咧讲啊。会当讲咱大家拢有手机啊，对唔对？你去甲 Google 一下，你若人工合成的吸收的话，医生嘛有咧讲，会当讲咧吸收率只有10%到20%。你若人工的咧，咱的吸收率10%至20%，所以咧等于是咧假食。我讲真个，啊一罐阁无上咧，这人工的一罐嘛无上咧。吼、哦、啊，所以咧有这个天然的，咱为什么无爱食这个天然的？天然的是100%来给咱做吸收。100%来甲咱做吸收，而且要甲咱大家报告，定食咱的乌枣补精，伊内底有啥物维生素 VC，
VC 哦，唔是打 C， 而是 VC 哦。个人的有机酸，咱讲的多酚哦，啊，佮有膳食纤维、三里醇、果胶，十三种的人讲氨基酸，三十六种的微量元素哈，爸母啊。所以呢，你要对食遮济，人讲这個，人讲呢这营养素啦，哦，拄啊好呢，伫遮，咱的法国原厂进口的三杯浓缩，三杯超管的浓缩哈。一条等于是一斤的芋仔啦，哦，啊，你若食一条，胜过呢，恁食三十粒的米群呐。哎，等讲你食一条，胜过恁食二十粒的综合维他命呐。啊，所以咯，姐姐，咱阿爸母啊，要爱的你赶紧抢。喂，你好，来，我的新朋友。哎、欸，你好，我喂。新朋友、啊、我要订一组，你要订一组哈，来订一组好。那现在订一组就是呢，买二再送二哦哈，只要1880块而已哦哈。啊，你呢电话不要挂哈、啊，来，请帮我接七线。姐姐，咱阿爸阿母啊，为什么呢？做这阿爸阿母呢，听到介绍啊，你哦拢足怀疑哈，四 K 啊，1880块，啊是对啊，唔对啊，对。姐姐，咱阿爸阿母啊，你绝对无看唔到，因为呢，进口的运费即马大乡拢咧起啦，拢咧起啦。即道会当讲，阮大家完完全全来甲做吸收，上主要就是要回馈予咱家乡亲士大，恁爱赶紧把握下回。我唔知影讲咧，阮头家敢是会当动足久诶？吼，因为呢，运费拢咧起价当中。哦，拢个运费拢个起价当中，啊，这道是阮台湾艺术台，阮完完全全吸收要回馈予咱只乡亲士大，所以恁要爱恁赶紧嘞，哦，后回一定保证起哈。所以呢，今仔日会当讲买着是赚着，买两块啊，搁送两块啊呢。所以阿爸阿母啊，会当讲呢，恁赶紧嘞，紧手落肚，无后回真正无这个介绍，刷了，这是呢法国原厂进口的。会当讲呢，一批来的数量无足济哈，无足济，恁要爱恁爱赶紧抢。哦，啊，当然呢，人讲呢，食这个芋仔真好。为什么？会当安那防止着结石，咱拢呢结石。为什么？因为咱若准讲呢，大那结石引发啥物货？人讲脂肪肝。哦，啊，佫再来就是呢，人讲腰子那结石安那引发着那尿毒症。佮再来就是安那，尿道那结石引起甚物货，放尿困难呐。所以阿爸阿母啊，你要爱的，你赶紧买啊，你赶紧抢啊，因为这是法国原厂来进口的，可是呢，超贵的三倍浓缩啊，哦，三倍浓缩哦。所以你吃到的每一条有无，拢是精华啦，哦，拢是呢营养呐。这会当讲完完全全100%纯营养的哈，所以你买也得赶紧的。喂，你好，台北的好朋友。哎、欸，对。嘿，那因为我妈100岁了，嗯，是吗？对，100岁可以做使用啊，可以做使用。啊、你稍等我一下哈，因为我转到线下，然后小姐帮你服务好不好 ？OK OK 好。好，你等一下哦哈，来帮我接一下七线新朋友，来买阿爷赶紧，因为我讲过剩30秒了了，只剩下30秒而已，所以呢，买阿爷你赶紧抢，因为呢，这会当讲呢得来不易哈，这法国原厂来给咱做进口的，哦，法国原厂哦。进口的超管三倍浓缩，100%的哈，100%无添加人工，人工的这芳料伫个内底，所以阿爸阿母啊，即马买着你真正赚着，买两块啊，搁送两块啊，1880。啊，即马呢，会当讲呢，咱的广告时间剩6秒，即马准备转线卡，恁电话继续卡，0800-0600-0500的电话继续卡，谢谢。咱家阿爸阿母啊，全国乡亲是大，你若准讲咧0800的电话卡袂记白，咱家有一间咧资讯的专线0600-5986111的电话，会当开卡一支哦，无清楚无了解，电话拢甲卡入来哈，电话拢甲卡入来，要爱的你赶紧抢，若讲咧先定岗的，先来甲咱安排出货，感谢谢谢，喂你好。
来，这咱阿爸阿母啊，无清楚、无了解，电话拢会当卡起来哦，吼。啊，当然呢，哦，你若准讲有甲咱定岗主文的好朋友吼，咱地食较济，哈，地食较济嘞哦，吼。来，咱的咨询专线06598611的电话，谢谢你。不清楚不了解的，咱电话继续卡，和咱电话继续卡。当然，这是呢上好的物件哦，所以呢邀请咱说阿爸阿母啊，不要错失良机哦。这次呢又到咱公司，咱的晚会，会当讲呢专属来给咱做吸收，所以大家爱赶紧把握。谢谢，来感谢咱家阿爸、阿母、大哥、大姐吼，来给咱做顶岗助文啊！啊，当然吼，刚刚吼有咱的阿姐在问啦吼，讲哪阵讲嘞哦，敢会上补？其实吼，食欧洲这个物件足好诶，吼，你会当干头安尼食，吼，直接喝，或者呢，你会当呢，会当讲呢，食完了啊，吼，你会当讲呢，地食较济嘞。为什么？因为呢，有一种呢，人讲呢，加成的作用，和加成的作用。啊，若无清楚、无了解的吼，电话阁继续卡起来哦，吼。啊，当然呢，咱这真的是来得不易啦，吼。这尤其是呢，这跨国几百的，哦，左手唔是讲呢，人讲呢，有限啦，吼，有限。所以恁若要爱的，恁来赶紧抢，哦，恁来赶紧抢。后来无清楚、无了解吼，因为已经过了吼，人讲广告的。时间都未使阁继续讲啊，吼，未使阁继续讲。后来，啊，若讲到这吼，今仔日健康来甲咱做分享哦。会当讲自古以来有无？哦，老一辈讲爱食啥物货，骨肉离身呐。这个创啥货？其实吼，这慢慢上个介绍啊，你敢知影？因为足早以前吼，咱拢知影。哦，这骨肉离身就是呢，上主要就是啥物货？人讲呢，骨板、肋骨有无？吼，这两大贴。这会当讲咧，伫个咱这中医药店来讲啦，吼，这贴药啊咧是算大贴药啊，嘛叫做咧上品药。所以咧，每一处吼，只要若听到咧，咱这骨碌离身呐，吼，就感觉咧无俗啊。为什么？因为吼，这个物件，人讲这个原料吼，即马足歹处诶，真正歹处哦。啊，所以咧，咱会当讲咧，咱即马先来看咧一段吼，咱的影片，咱就。详细来了解吼，内底有咱的中医师好好的来给咱做解说。后来咱来看咧，咱这个
咱这样品来试试。老一辈的人都会说要吃龟鹿二仙膏，但现在市面上有龟鹿珍宝、龟鹿双宝、龟鹿七珍、龟鹿人参等等，听起来都是用龟鹿两个字作为号召，但实际看看成分其实差很大。龟鹿二仙顾名思义，取自龟壳和鹿角。汪鹿谣传，闻起来越臭的，代表才是真正自动物身上取下的，越纯正。但医师说，其实根本只是没洗干净。有些人他会有一些观念，就是说，龟鹿二仙膏好像是要越臭臭，然后越有纯正的感觉。但其实这在我们的观念里头是错的，因为这表示说他在制作的过程中，他没有把一些残血啊、假膜啊，甚至是腐败蛋白质完整的清洗。那变成是说这样子的一个制作过程，会导致最后伤肝肾的结果。由于龟鹿二仙胶不易保存，自古以来大多制成块状，食用时再加热水溶解。如今中药技术大跃进，新型龟鹿二仙膏打破传统，就像枇杷膏一样。实际实验，块状无论怎么搅拌，还是有大块残留，若有腥味，味道更是让人难以接受。新型膏状剂型不仅简单冲泡即可饮用。由于制成遵照古法，丰富人参香气，好入口，是中药界唯一。龟鹿就算加进去，它在制作的过程中，它的清洁洗洁的部分呢，它没有做得很完整，让整个产品会有一些腥臭味。这时候它再去加一些譬如说一些红枣啊、甘草之类的调味剂进去，把它称为五味六味八珍九珍的药材来贩售。购买时别忘了翻过来再看看成分，有的写全龟，有的写龟板。别以为全龟听起来比较多营养，真正的精华在这里。龟板呢，指的是呢乌龟的肚子的这个部分。那因为我们知道乌龟常年缓慢的爬行在地面上，它能够吸取大地的阴寒的精华，所以它滋阴是第一名的药材。然而有一些厂商呢，它为了节省成本呢，它会使用全龟的部分去制作。那这样的过程呢，不仅呢效果大打折扣，也无法达到我们阴阳协调的功效。常年吸收阳气的鹿角和接收地气的龟板，滋阴补阳是老祖宗的智慧。根据卫福部编印的中药成药效能解析也说，龟鹿二仙膏能够大补精髓，益气养神。由于原料取得不易，加上清洗程序相当费工，因此药价不菲。购买时记得多闻多看，花到冤枉钱事小，就怕补不成反而增加身体负担。来，安尼咱就初步来给咱做一个了解啊，有无？中医师讲的，不是愈臭臊是愈好啦。啊，不过吼，有一个吼，有另外吼，就是安那，你敢知？有另外就是安那较夭寿的，有无吼？有的是呢，人这古板，有的是用呢，人讲这盐酸啦，落去甲加啦，吼、哦。啊，所以会当讲吼，正经吼，咱若要买纯的，要正的吼，真正爱看呢，人讲呢老白老李好啦。哦啊，通常呢，咱若准讲呢，伫个路边啦、大庙口啦，吼，啊是路边啊，我著看吼。阮咧大庙口，阮咧大路口吼，有人咧熬粥，你敢知影吼？就是咧牛肉里生粥啦。吼，啊，毋过咧，你会感觉讲咧，你若行过吼，真正足臭臊的吼，迄个味我真品无啥会落。吼，啊，有诶吼，较迄落吼，较无道德的吼，拢用迄种咧，人讲即个猪脚啦，吼，做伙落去烤，其实这是毋对的，吼，这是毋对的，吼，其实咧，若讲到咧牛肉。哦，古咱就知影嘛，吼，当年吼，人讲咧，即个古板吼，拢是拄伫咧涂骹，啊，拄伫咧涂骹从啥，就是咧吸迄个阴气，哦，啊，即个鹿角当年就是咧拄天，拄天要从啥，就是咧要吸咱即个哦，人讲咧，即个日的阳气，所以咧日，人讲咧日月精华，吼，啊，以较早吼来讲咧，叫做咧阴阳调和啦，哦，啊，鹿角拢知影。哦，鹿角吼，就是呢，人讲会当补心、壮阳、活血、消肿。哦，啊，佮当然呢，人讲呢腰酸背痛。哦，所以呢，一寡呢阿爸母啊，只要呢，人讲腰酸背痛，哎呦，就来食者安尼，人讲呢牛肉里参。哦，啊，牛板呢是咧创啥货？强筋健骨、养血补心。哦，啊，尤其是呢，人讲呢头晕目暗，哦，来食这就上好。啊，为什么会头晕目暗？其实简单呐、啊。我为什么讲简单？伊既然会当强筋健骨，
会当呢养血补心，这个所在爱顾啊好势。为什么？这个心做就是呢，咱的身体隐忍啊，这个隐忍袂使叫定去啦，定去吼，咱这台车吼就袂震动。吼啊，这个补心有无吼？这个、骨瓣补心，伊会当甲补啊用起来了后呢，一拍出去的血，自然吼、哦，人讲就会疏松甲咱这个头壳。啊，你若只要呢，这个所在若较弱的话，吼、哦，咱这个心肝头若较弱的话，就足容易安那，咱这个血无法度疏松到呢，咱这个头壳，就会引起啥头晕目眩。哦，安尼知影吼，啊，会当讲咧，哦，咱这骨碌离身啦吼，我就讲过，伫咧中医内底叫做咧上大贴的药啊。但是讲咧，即卖咧会当讲咧现代医学来甲咱做一个研究，哦，就是咧这骨碌，哦，那佫加加上咧一项咧足赞的，哦，人讲咧这菌啊。人讲军神祖师有无？哦，这真正是呢超级的黄金的做法，就是加上即卖上界好诶，上界迄度诶，上界 top 好诶，叫做鸵鸟啦。哦，咱拢知影呢，这个、鸵鸟吼，迄两支脚哦，够用诶用，真正。啊吼，伊生活伫个啥物非洲诶所在。啊，你啊看这个非洲吼，有真侪猛兽，真侪狮啊，真侪人讲呢霸有无？啊，为什么这个鸵鸟吼，这也袂尴尬的人吼？啊，讲呢手，人讲呢手不离，人讲呢手手无缚鸡之力的，为什么呢？这个鸟啊，会当呢在非洲生存这么久啦？原来就是迄两双脚，吼，迄两双脚吼，真正冻久的啦。人讲冻真久，为什么？动真久，迄两支脚吼，即马伫个呢西医来甲咱做研究是啥物货？会当讲呢钙磷丹，吼、哦，伊内底有丰富的钙质、甲胶质、佮高蛋白。佮再来哦，即、這个鸵鸟无简单哦，为啥物？因为吼、哦，咱吼爬啦吼，因走足紧的原因就是安那，因的爆发力。哦，啊，毋过若要长久有无吼？因走袂赢即个鸵鸟。即会当讲呢，鸵鸟是连续一点钟哦。伊的速度会当保持70公里的哈，伊这只鸟啊，这只未飞的鸟啊，竟然呢会当呢，你看伊的体力偌好啦，哦啊，这两双脚吼，即马已经呢，予咱大家会当讲呢，真侪吼，咱的医学博士哦，甲研究起来，哦，伊会当讲呢，低脂低胆固醇，啊，佮有呢，咱人体所需要什么货，氨基酸啦。哦，啊，所以呢，这三味呐，甲夹做伙吼，哦，真正是一比一重的啦。哦，你讲呢，要顾钙质，哦，要顾咱的软骨啦，哦，要让伊顶单的侪，哦，要让伊软 Q 的侪，哦，强筋健骨嘛，佮刷落来，当个咱呐，养血补心嘛，佮咱补心佮壮阳啦。哦，这会当讲呢，伫个呢，咱这中医吼，都已经甲咱记录甲清清楚楚。啊，当然呢，以中医来讲吼，较早有一句话叫做“君神祖师”。哦，咱爱有君嘛，爱有呢神呐、啊。哦，啊，这个、神就是啥物货？人讲这个实传呐、啊。哦，这个实传吼，啥物叫是实传精粹？其实呢，实传内底都有呢黄芪、红枣、党参、白术、茯苓、甘草、石斛。哦，啊，佮有呢，咱的白芍、当归、川穹、桂枝、枸杞，哦，啊，这要创啥？哦，会当讲呢，这三味菌，吼、哦，就是呢，人讲驼龟乳，都爱靠呢，咱这是全精粹，吼、哦，家的药性佮吹出来，所以会当安那，朱须白笋呐、啊，五乐七香，啥物叫做五乐七香？五就是心肝脾脾心。哦啊、所以呢，伊会当呢帮助到呢咱心肝脾肺心。吼、哦，无论呢，你也受过疲劳的这個，会引起到呢七种的人讲呢伤，人讲呢这个疲劳，这个损害。所以呢，古来吼、哦，人讲呢久病体虚啊，吼、哦，咱就爱靠这个食传来甲做听查。包括呢，咱若准讲呢较消散落脉啦，面色较古衰啦，哦，人讲呢脚啦吼，啊，跟呢这个脚头啦较无力的这個，哦，是讲呢特别是安尼闷闷的，哦，爱杂的，啊，就气较虚的，讲话足细声的话，啊，这叫做气虚。有无啊？一北去吼，拢捂伫个遮。人讲三着顶北挂，哦，同款，哦啊，所以呢，拢安尼哦，胸坎安尼杂杂张开，拢袂顺。啊，讲话着吼，足细声，
哦啊、所以呢，当讲呢，这个食全都会当来给咱做调理。哦，啊，当讲呢，哦，会当讲呢，哦，若要做这味啦，吼，人讲呢，骨肉，哦，骨肉佮加上这个鸵鸟，佮十全精粹，这会当讲呢，有一间吼，人讲老白老厉害的。哦，人讲咧文苑堂来做吼、哦、是上盖好诶啦，这已经咧百年诶招牌啊啦，哦，真正啦讲到这個文苑堂，啊啦文苑堂吼咧、哦、做物件真正实在，老白老李吼已经传承一百年了，哦，啊因拢安那遵照着古法炼制啦，哦，尤其是这骨肉，哦，人讲爱经过啥物货，高干白面安尼甲控，佮加上咧即卖，哦，人讲生物科技。哦，会当讲恁用迄个电脑有无？吼、哦，迄足准确啦。这温度有无？吼、哦，这温度甲你调教呢吼，非常的精准。哦，这是温度足重要的。人讲要学这个吼，人讲你要学这个哦，骨肉吼，这个温度足重要的。你袂使互伤急啦，吼、哦，袂使黏伊烧，黏伊冷啊。哦，啊，所以即卖生物科技哦，恁独独吼去做迄个汤啊，大概3000万人诶。哦，转完转转，拢是遵照着古法来给咱传承。啊，当然咱这个品牌有无？你也看遮，哦，你啊足侪支，哦，咱这个牌照来给咱做认证的啦吼、哦，有国际 ISO 22000的验证。哦，啊，佮呢国际 HACCP 的认证，这会当讲呢，经过着呢，吼、哦、咱国家来给咱做认证的。所以呢，每一支产品吼。哦拢会当讲咧出战咧，吼、哦、啊，所以咧当讲个伫遮咧提供予咱大家做参考哈。平平要食，咱讲个平平要食，咱来食上好个，吼、哦、绝对袂予咱大家加开钱个，吼、哦、钱也毋是山拉壳啦。咱讲真个钱毋是山拉壳，吼、哦、一定予恁个人讲个钱花在刀口上，予恁个当讲个买了有价值。吼、哦，你啊看这三字啦，文苑堂吼、哦，这就是品牌啊。哦，这足大支的吼，人讲这个招牌，吼、哦、啊，所以呢，敬请期待哦，吼、哦，敬请期待。好来，啊，今仔日吼，哦，咱的健康来甲咱做分享哈、啊，健康要来甲咱分享什么货咧？你若上线互动，咱就当抽168抵用金哦。啊，开奖的时阵有得奖吼，需要回拨转来。啊，若还袂得奖吼，每一个月初五二十，咱就要抽大奖。哦，啊，初五要到啊咧。哦，搁两天呢，啊，所以阿爸母啊，吼、哦，来上山哈，来啊，今仔日的题目是啥物货？驼龟鹿十全精粹的成分甲功效伫个单位，来哦，电话甲卡起来哈、啊。喂，你好，来，我的惠如姐。感谢我的惠如姐来甲咱支持哦，哈、哦。来，咱的惠如姐。你好。嘿。你该算哈。嘿。诶，一个。我做我叫一组嘛吼，嘿，就请。哎、欸，你等下，我叫迄、那个，我叫阮的小姐甲你讲哈，来12线来，喂，你二来，来哦、喔，阮的惠儿姐吼、喔，嘿对，好来惠儿姐来，共姐来，吼，你食多好。做好吼、哦，诶、欸，较早古老先生吼、哦，就做好，啊，伊这个男安尼起来，佫做较好，佫较好吼、哦，嘿，啊，口味咧。口味哪袂歹，伊是安那，伊说浓爽的嘛。嘿，对，伊算浓爽的，较早拢用个安尼，用安尼，即卖呢，至少我捌食过。捌食过吼。较早要出侪呢。对啊。哦，我正好，咱阿在笑的，啊，一届要出侪。哈哈。嘿啊，阿姐吼，伊咧食吼，咧食这个油炸骨。哦。安尼吼。油炸骨啦吼。嗯哼哼哼，食多好，较袂酸，较袂痛，吼、欸。对，吼，啊，足赞嘞！即道呢，我拢会再食，我拢爱一杯。好，拢一罐啦，吼。对。好，足好诶。食呢，啊，足好食。就好食吼，啊，袂臭车人吼。别，迄袂臭车。袂啦，吼。好，来，谢谢惠儿姐，甲你写起来哦，吼。好，谢谢你，谢谢。来哦，啊，那落线搁停卡嘿，吼，那落线搁停卡，喂，你好来。我呢，我落山搁顶头，喂你好，来我呢，哦，订了五嘛，来订了五嘛，食过骨头啦，啊过脚头啦，好，啊过筋络啦，嘿，哎呀，啊迄阵吼，囡仔有要当我食，嘿，食了有效啦，有效吼，啊你本地是安怎？较袂晓疼啦，较袂晓疼，无个买啊，哦，无食着个药害钱，哇，无彩，哟。安尼阁继续甲咱做保养哦，吼。好啊。好，谢谢你哦，啊，甲你写起来哈。
好，啊，那落线搁停卡嘿，好，落线搁停卡，喂，你好，来，我的基隆林大姐。食这哦，食这都顾拢顾啊，规身躯拢顾啊。哦，对对对，嘿。啊，有只骨啦、啊。嘿。脚头有啦、啊。好好好。啊，佫好食。好食啦吼。嘿。袂臭粗啦吼。袂。袂啦吼。嘿嘿。啊，而且佫会当补心壮阳呢。对对对。好，佫会当活血呢，吼。活血。对，活血。哦，活。活血对，吼。好，你会当活啊？为什么呢？血会当活起来？如果活血的话，咱的循环会较好啦。哦，对。哟，唔较袂塌掉诶。好、哦、好好，谢谢咱的林大姐，谢谢你哦。哈，啊，甲你写起来哦。谢谢。好，谢谢。喂，你好，来，我的黄姐。你好。你好，来，黄姐哦。我再去讲去哦嘛。好，来来来来。来大家就讲是保心壮阳啦。好好好。哦，我会。消肿啊！对对对，啊，佮啥个腰酸背痛？对，腰酸背痛，嘿。啊，你有迄个啥？骨半节的重筋腱骨啊？对对对，重筋腱骨对。筋骨啊，吼。嘿。哎呀，啊，会补心啦。哦，对对对。啊，补心啦。嘿嘿。啊，头晕啦，嘛暗啦。对对对对，嘿。那啊，我要讲个啥物？鸵鸟含有丰富的钙，安尼尔。哦，对对对，好棒好棒，嘿，黄姐伊拢会哦。嘿呀，安尼就足赞的呀，讲了有够好个呀。我袂认真啊。袂啦，安尼就足好个呀啦。好，谢谢啊。好，谢谢你，黄姐，谢谢，感恩你哦，哈。拜拜啊。谢谢，拜拜，好。喂，你好，来，我的玉露姐。好，你好。嘿，你好。安尼，咱的驼龟鹿十全精粹成分甲功效伫单位。对，有。伊个是迄龟板精粹啦。啊、哦，龟板精粹。对嘿啊，补肾壮阳。嘿。补血消迄、那个消肿。对对。它会治腰酸背痛啦。哦，对对。强筋健骨啦。对对对，嘿。嘿啦。嘿对。也补心啦。对对。现在食量足好诶。足好诶吼。补的钙质。胶质还有高蛋白，对对对对对对对。啊，你，我的玉露姐嘛有买呢，你敢知？有啊，有买足多呢。多啊，对对对，这买足济多诶。哎呀，嘿啊。啊，口味怎么样？诶，未歹啉啊。未歹啉吼，啊，未臭车啦吼。未臭车。对对对对。啥物味啦？诶，我头仔足惊，唔敢啉。安尼吼。嘿啊。啊，结果啉袂袂啦，袂啦吼，迄不比，有诶足臭臊诶，嘿，有诶足臭臊诶啦，阿娘诶，有诶真正爱地皮仔有无？对。哎呀，地皮仔安尼食，对啊。有食着诶人就知影效果啦。对对对对，真的很好，对。嗯嗯。好，谢谢哦哈，咱诶玉露姐，谢谢你，感恩你哦，谢谢。来，好来吼，大家拢讲了真好，吼啊，当然会当讲咧，这驼龟鹿啦吼，十全精粹安尼吼，真正对身体的疼杂真好。啊，你也听到咧，人讲咧，这鹿角，吼，这骨板，佮这鸵鸟，咱就知影讲咧，哦啊，这着大贴油啊，吼、哦，这是大贴的啊，吼、哦。啊，当讲咧，那去用咧，哦，伫个中医内底比喻成咧，人讲上品药啊，迄就是咧另外一个名叫做新鲜药。什么叫做新鲜药？就是咧治疗的功效，哦，安尼怎样吼？后来啊，今仔日咧，咱的哦蓝巴健康站啦吼，咱的哦健康，甲咱大家来甲咱做分享哦，吼，来甲咱做分享。啊，当然咧，感谢吼，咱家大哥大姐吼，来甲咱做分享哦。啊，卡丁啊哈，卡丁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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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再来抽奖，吼，卡丁啊，咱再抽奖。啊，当然老抽到的吼。等一下要回播回来哦，等一下要回播回来。好的，啊，咱今麦带来这首歌曲哦，叫做呢《拥抱》哦，啊，来这首歌曲呢，这首歌曲了后呢，咱个得等下咱这个现场吼，过来给咱抽奖。好的，带来这一首《拥抱》来，谢谢。求你现在全部都给我，Don't say goodbye， 我不让眼泪流下来 ，Hold me tonight， 让悲伤拥抱我的爱
短暂的拥有，只换来明天更长的寂寞。为了什么要说你永远爱着我？难道这是分手的借口？我不在乎别人在背后说什么，我只相信在你怀中依偎的温柔。两个人的时间都没有对个错，不要因为我感到罪恶。明天以后你就要回到他身边，伤心的人依旧是我。什么话都不必说，只要紧紧拥抱我。我不强求爱情天长地久，我只在乎这一刻。 Don't say goodbye， 我不让眼泪流下来。 Hold me tonight， 让悲伤拥抱我的爱。我给你自由，只求你现在全部都给我。Say goodbye， 我不让眼泪流下来。Hold me tonight， 让悲伤拥抱我的爱。短暂的拥有，只换来明天更长的寂寞。哎，谢谢感谢我的黄姐，感谢我的小云姐，那的玉露姐，阿哥我的玩的玩酷皮嘞，那的基隆林大姐，谢谢你哦，阿哥玩的冷嘛，阿哥玩的慧儿姐，非常感谢。咱家大哥大姐来赶紧起来给咱鼓励，能够谢谢你。两个人的世界总没有对个错，不要因为我感到罪恶。明天以后你就要回到他身边，伤心的人依旧是我。什么话都不必说，只要紧紧拥抱我。我不强求爱情天长地久，我只在乎这一刻。 Yeah， Don't say goodbye， 我不让眼泪流下来。 Hold me tonight， 让悲伤拥抱我的爱。我给你自由，只求你现在全部都给我。 Don't say goodbye， 我不让眼泪流下来。 Hold me tonight， 让悲伤拥抱我的爱。短暂的拥有，只换来明天更长的寂寞。 Don't say goodbye， 我不让眼泪流下来。 Hold me tonight， 让悲伤拥抱我的爱。我给你自由，只求你现在全部都给我。Say goodbye， 我不让眼泪流下来。Hold me tonight， 让悲伤拥抱我的爱。短暂的拥有，只换来明天更长的寂寞。Don't say goodbye， 我不让眼泪流下来。Hold me tonight， 让悲伤拥抱我的爱。我给你自由，只求你现在全部都给我。 Don't say goodbye， 我不让眼泪流下来。 Hold me tonight， 让悲伤拥抱我的爱。短暂的拥有，只换来明天更长的寂寞。来，谢谢那你拥抱，谢谢你哦。来，谢谢，来给咱做感谢吼，咱的大哥大姐啊，恁吼来给咱拍盘啊，来给咱鼓励。啊，当然呢，咱讲吼，每一天的十一点到一点的，就是呢，咱的南班音乐秀哦，来给咱主持服务。啊，当然呢，目前就是呢，只有蓝萍一个人吼。啊，未来啦吼，真的未来啊，恁吼，我们会增加呢，就是呢，就是呢，咱新的成员。哦、新的成员、啊、所以呢大家呢也是来给我们期待啦、哦、期待、哦、到底呢什么人会坐在我的旁边，坐在这个位置或者那个位置、哦、好的，我们敬请期待啦、哦、我是那个感觉、哦、这个、我们这个
开开也不错啦，哈，嘛是这样上相的啊，你嘿，我是要讲我的导播老师啊，哈，啊，我电脑嘛讲吼，我都不要唱歌不，坐在你的边啊哩，啊，咱听了咱也足甘心的，你敢知影？伊就讲啦，哎呦，啊，这个人安尼吼，安尼辛苦安尼，啊，当然哦，哦嘛感谢吼，咱家的阿爸阿母吼来给咱体谅啦吼，啊来给咱疼惜。哦，真的真的啊！你吼每一天吼，咱只阿爸母啊，或者是安尼，遮尔啊，甲咱关心，吼，尤其是呢，足侪咱的阿姐啊，拢讲咧，啊，你有食饭无？吼，啊，无用的当中嘛爱食一粒饭呢，啊嘛爱穿较少的呢，吼，啊，即个下暗吼，若要开车转去啊，然后啊，着爱较细呢，吼，阮黄姐拢安尼讲，安尼甲咱关心啊，然后啊，足感谢，真的，拢甲咱当作家己的，吼，拢无来甲咱嫌。哦，啊，当然啦，吼，未来安尼吼，咱会更加搁较打拼，吼，搁较来努力，哦，啊，当然，甲上好诶物件介绍咱大家，啊，互咱遮阿爸阿母安尼吼，大家呢会当好好来甲咱做保养，好好来甲咱做保养。好来，啊，当讲咧时间行到遮吼，咱就是呢准备吼，要来甲咱落线吼。我就知影，嘿嘿，来，我想讲阮豆腐会惊一下，结果呢，伊竟然甲我上这音效，无啦，要来伊知影讲哦，咱要来抽奖啊啦，好来啊，哇，今仔日吼，我老就是咱阿爸阿母安尼吼，哎，咱讲来甲咱支持，来甲咱鼓励，啊，拢鼓励啦吼，咱只阿爸阿母啊吼，你忙安尼哦，点点遐看啦。哦，我拢爱加加嘛起来讲两句啊，讲好讲歹拢袂要紧嘞。哦，我讲真个，咱就是一个大家庭呐、啊。哦，咱就是一个大家庭啊，大家欢喜嘛。在这两个钟头当中，咱拢是大家庭哦的成员啊，咱起来就是呢无所不谈哦，咱就是无所不谈呐、啊，对不对？就跟那参像呢，咱也伫个赖有无用一个族群感官无所不谈啊，大家就是互相鼓励哦。二来。期待吼，未来吼，佮愈来愈侪咱的新朋友来甲咱做加入。啊的，啊当然吼，有跳跳的咱的好朋友爱回播吼，爱回播啊。啊当然回播转来了后，哦，咱家吼，若准讲无跳跳的咱家好朋友，咱的老弟的找我要来甲咱抽大奖，哦，要来甲咱留弟，哦，老弟的找我要来甲咱抽大奖。哎，恭喜这两位美女哦，吼，来来哦，我的慧儿姐。跟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林大姐，来，恭喜，来哦，看起来，我们的慧儿姐跟我们家人，我们的林大姐哈，啊，剩的哦吼，咱就是给你牵起来，哦，车我要到完嘞，车我要到完嘞吼，大家准备来给咱抽大奖哦吼，来，我们的慧儿姐，我们家人的林大姐，请打上线，会当得到呢，咱的168抵用券，哈，抵用券。维利二来，哦、我的慧儿姐，恭喜你！哦，又中了，又中了。然后、哦、最近吼、哦，常常咧掉哦吼。哎，这也无来甲伊检查一下，看穿啥物色的。穿红的。红的。哈哈哈！太真老实啦。当初咧佚佗，伊车去用后壁弄一空外大。安尼哦，你哦。无嘿啊，阮后生啊，阮去掉啊。哇。啊，迄人哦，后壁阮弄的，啊弄的对照啊。哦，甲个肇事逃逸。诶、欸，有啊，我有去派出所啊，我有叫警察来啊。对啊，足可哦，这我上。诶、欸，弄袂落，遐弄我后壁，哎呀，怎安尼弄我？我红弄到唔知影，我咧困啊。对，吼、啊，足危险。弄一下落后壁，诶，我较着伤咧。对啊，嘿啊。哦，你爱做注意。你讲我弄落拢唔知，哎，多一粒啊，我落一个，多一粒就大了啊。安尼哦。诶，各用诶，使各用来弄诶。哇！哦，啊，佮告肇事逃逸。哇，伊个交通个公车佫爱加发一条。对，吼，无意思。咱明仔载来讲迄落。啊，无，我想下落啊，结果无有，后壁阮弄个讲啊，车对走。对，啊，明仔载我来报即个肇事逃逸足可恶诶。吓，你倒伫个迄个迄种人个休息站吼，迄个。迄、那个白河还有一个休息站，你知哦？我知影嘿。去遐要咱大家停要遐，迄个带要出去啊啊要出去啊！伊然后为阿伯阮弄了啊！阮后生啊，想讲，就啊讲，我见伊慢太紧了，啊无动一个较大力。我见咱平安就好，啊落尾就较来处理嘿。我去别讲啊遐。对，啊咱较来处理就好啊，吼。好，好，谢谢，咱来会有再跟你。警察讲，这定定会对的啦。啊，对。这河马弄迄落，伊落弄有家翕起来啊。好。
啊，咱甲写起来哈，我甲你的168写起来哦，哈。好，谢谢，好，来，好啦。喂，咱的基隆林小姐。哦。大姐，林大姐，谢谢你哦，哈。好，恭喜你哦，哈。啊，甲你写起来哦，哈。好，谢谢。来，哎，咱讲咧，今仔日时间行到这吼，准备要来甲咱落山。啊，当然吼，咱的慧儿姐吼，人讲咧，财去人平安呐吼，啊，这造势也足空哦。明仔载明仔载开来报咧，类似这种新闻，叫咱讲咧，这阵啊足多。好啦，啊，时间行到这，准备要来甲咱落山哦吼。啊，今仔日真感谢吼，咱全国乡亲时段吼，会当讲咧，无少着宝贵的时间，啊来甲咱做收看哦。来，每一天的11点到1点的咱这节目。哦，啊，当然啦，吼，诶，落山就是咱讲服务的开始，吼，落山就是服务的开始。啊，当然，即阵啊咧，准备来甲咱落山，吼，啊，落山就等咱坐坐咱阿爸母啊，然后的电话。啊，今仔只感谢就是咧，阮辛苦的导播老师，甲阮的行政小姐，啊，个咧所有咱的全国乡亲，咱大哥大姐。后来最后伫只，会当讲咧代表着咧，阮台湾艺术电视台全体工作人员来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待会还有精彩的咱的节目哦，谢谢，感谢。